安，下午好呢，大家下午好呢。谢浪安安，金发安安，骂呢？我是蛮想要留下海岛的，剧情记录档吧，所以还是决定来直播过剧情吧，反正。直播过剧情应该还好，反正我话应该会比较少一点点，还行还行，身体还行。目前的症状就是喉咙痛，就是蛮普通的那种喉咙痛啦。我觉得有预感，明天应该就会开始咳嗽的啦。目前身体是还行啊，所以我觉得要在身体还行的时候来直播这样子。所以今天话可能会比较少，然后声音会比较小声，好吧？就是想要剧情那边留一个记录档吧，就是可能自己过剧情的一些反应啊，还有一些趣事这样子吧。所以是决定来直播，好吧？大家也可以挂个台听听游戏里面的声音，做自己的事情也蛮不错的。温柔点的下心，对，也只能温柔了，我也只能温柔了啊。还有新活动呢，可能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新活动吧，新活动怎么个样子啊。还有个在 DC 的大家桃桃吉吉安娜吉安娜刚来早日康复。目前是那个麦斯加特拉是叫我隔离到礼拜二8月2号。所以应该是8月2号之后才能上班吧，我不知道欸。子阳安安下午好呢，所以今天说话可能会轻声细语一点，然后我麦克风拿得蛮近的，所以我也不会尽量不会乱大叫。对，西西确诊，上班第一天就确诊了，哎，好可怜，有没有人比我惨啊？上班的、新的工作，上班第一天就确诊，然后就要停工一个礼拜。啊哪？我们要去哪里啊？我看一下哦。停止追踪，我、要到隔一天的6点。监护人没有跟这种，没有啊，因为对没有吧。弄迪卢克先，可是我想先看海岛，然后之后看完剧情之后就再去迪卢克那个，就那个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海岛，迪卢克不重要，迪卢克哭爆，迪卢克不重要。迪卢克的还不够，不是很久哎，那个海岛还有很久了。可是先过剧情吧，反正迪卢克那个就慢慢来吧，那个不重要，他的剧情不重要。我知道那场是打怪的吧？为什么还是没有那个、算了，先随便传到一个点好了。我整天在家玩电脑也确诊，真的、整天在家玩电脑。可是我感觉我好像在家玩电脑还没什么问题嘞，一出门就出问题。怎么惹祸上身？休息到第二天哦，哇！我再调到第二天，哎，那公司也怪怪的，是挺怪的，也没有到怪怪啊，应该是那个人怪怪的，他已经有发烧，然后咳嗽，他有咳嗽的症状的那时候，然后他还以为是就是那种普通的，可是这种。其实讲真的，在这种时期啊，你普通生病的时候，你就要 sick do， 你知道吗？你只要第一个反应要先想到就是先验，懂吗？要先验自己有没有中招之类的。然后重点是，他咳嗽，他也没有戴口罩，这是重点。OK， 他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没怎么又是这个画面。每天都是早上。鱼安啊，鱼安啊，比较卫生意识吗？危机意识比较低吧，应该是两条。Hello， 是怀上了 COVID-19 的孩子吗？
算是吧，对吧？因为他是传卵，他有我算是他怀了他的孩子，对吧？いや、何も起こってないんだ。信じら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目が覚めたか？そんじゃ結論から言うぜ。周りを探索してみたところ、怪しいもん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難得没有可疑的东西。これまでの2つの元凶から見るに、入り口を担うものがあるはずでござる。所以这次飞蟹耳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まだその時が来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大家也可以稍微提醒一下西西喝水，西西要喝那个柠檬水，我喝了一个早上就很酸的柠檬水，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我本身是蛮喜欢喝柠檬的，所以还行。西西、许郎兑换喝水水，喝柠檬水。哦，超酸！哦，超酸！才有，很酸。もう少し待ってみましょう。元凶に、いえ。フィッシュルに時間をあげるためにも。怀孕的人喜欢吃酸的，是真的吗？怀孕的人喜欢吃酸的。我怀的那个新冠肺炎的孩子。一冊の本。隣には雲、カラスの彫像のようでござるな。安安，卡哇伊安安，贝壳安安，下午好。なぜ一緒に現れたのでしょう。まさか彫像がこの。那时候确诊，连喝水都是苦的。我目前是味觉没有丧失，我吃东西、喝东西还是很香的，就是酸的酸，甜的甜，辣的辣，这样。对，还是目前是正常，目前就是喉咙。痛，没有到痒要咳嗽，就是喉咙痛。对，目前是这样子。これなんだろうな。日記か？我爱吃酸，只是不能太酸。我是很喜欢，我有吃过整颗柠檬放进嘴巴里面吃。どれどれ？我觉得挺好的。帝国の英雄？聞いたことのない本ですね。あ、見ろよこの表紙。まさかフィッシュルが書いた本か？言われてみれば。確かにあいつが書きたもんだな。超酸酸酸。これ音量可以吧？不行的话，我再放靠近我。声音，我讲话的声音。何やら神聖なものを感じる名前で。整颗吗？对对对，整颗。就是，就像橘子那样，像 orange 橙那样，就是这样吃下去。整颗还是整片？就是整粒就这样，整片应该是有好像有。好像有切吧，就有切，像橘子那样，就切一片一片，然后就吃下去，整颗整片算一样吧，就是分开吃整颗而已啊，整片也是。まだ帰ってきていませんが、仕方ありません。先に見てみましょう。もしフィッシュルがこの本を見つけたら、きっと私たちを探しに追いかけてくるはずです。可能明天你吃柠檬会觉得甜，那算是丧失味觉吗？那不是味觉异常吗？啊，不是说新冠肺炎你会那个丧失味觉，就是你吃不到味道之类的。整颗很大力，因为你用吞的，没有啦，就是切片，然后一片一片吃整颗这样。所以我的刺客还有希望吗？我不知道啊，应该有吧。今の国民にその記憶はないが、学者は知っている。比較緊急一点。生徒時代より約600年前、混沌の時代に皇女殿下がこの世に現れたこと。而且，600年前混沌时期，皇女殿下便已君临世间，这就是皇女的。まさかのナレーションですか？ナレーションですか？我真的觉得莫娜眼睛好漂亮啊！さすが本の中の世界だぜ。不是拿来泡水。語ってくれるなんてな。吃跟喝都喜欢。道が途切れてて先に進めなそうだぞ。あそこに装置があります。まるで私たちが近づくのを待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ですね。オイラ思ったんだけど、なんか全体的にあからさますぎないか？正国ですからね。不过咬破柠檬果肉挺爽的，对，就很酸。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吃那颗柠檬的时候，吃到嘴巴
嘴巴整个嘴巴外面啊，就嘴唇整个麻掉，超级有敌痛。それもそうだな。それにこんなに見え見えってことは本当は誰かに気づいてほしいってことだろうし。さすがフィッシュル、こんなところで恐ろしく素直だな。这音乐好好可怜呢。彼らが苦しむ姿を見たくなかった。故に、あ、漂亮哦。幻夢を抜き取り、え、这边拍照的很漂亮。する夜を最初に紡ぎ出したのだ。好飞起了。哎，这边拍照的也很漂亮，可惜这边不能用相机。为什么秘境不能用相机啊？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不能用相机。很好看呢，他连，哎，还可以用队伍配置哎，这边。可以换。哦，他是唯一一个秘境可以用队伍配置的吧？多嘞多嘞，我们看一下错位的。哦，音乐突然响起，错位的图像，然后呢？观察视角，哎呀，移动。好的，缩放视野啊，越接近原本的位置，变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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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我们要用照片。哦，这样子。啊，了解了解。然后呢，退出就好了吗？進化は工場殿下の力を崇め、彼女の呼びかけに従った。有点难懂哦，他的那个 narration 旁白。幽夜浄土と呼ばれる神聖なる国へと移り住んだ。这边有三个宝箱吗？这边有三个宝箱。かなりしっかりと。那个音乐也蛮好听。悪くありませんね。很有那种古典风。ATM 安安，下午好。这个秘境是最特别，就是可以一次过解宝箱跟那个。不行，这样呢？不行，这样，不行，太靠近了吗？哦，这样就可以了。还不能，还要变有波波卡勒整个打出来。哦，这样子哦。唐唐唐，下午好。他音乐很有那种，对，很有那种古典贵气的感觉吗？哦，喂，这个可以看。宝箱。宝箱这边没有，没有到。安安呐，大家都安呐。前面有一个电梯嘛，坐电梯下去。哦。哎，其实我真觉得他们秘境真的做得很棒。坐电梯下去，然后再用那个眼睛，上面有一个平台，你要会移位回去那个平台。哎，我们不是刚才上来吗？对，你现在回去那个刚才那个眼睛，然后你把那个角度往上拉，往上拉，上面这个就是这一块东西。啊！啊哦 ，OK。然后你再坐电梯上回去，然后大桥。哦，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可以坐一个，你可以坐很多个移动这样子。平白导游对吧？你看我就说不用我叫的，自己会来。笑死我了。哎，刚刚有粘到这么漂亮的。我らは聖国を作り。听一下他讲什么好了。る人と仰いだ。また、歯科や演劇、冒険などを国に持ち込み、幽夜浄土の輪郭を作り上げた。哦，这个躁动音乐也蛮好听的。哎。My。很漂亮哎，为什么秘境哎？这个是这三个秘境里面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哎，目前啊我看到的，它屋顶哎，我都用万叶飞过去哈，所以偷偷可以给你作弊吗？飞蟹骑手15000，你说、啊、你召唤奥兹的那一个骑手吗？我不知道我多少啊，没有注意看。
这音乐真的不错哎、欸。你反你酒就放这样了，你只是酒回一天体。哎、欸，我就奇怪为什么这么熟。对你往这个打怪了多久，然后前面我刚刚桥段，我刚刚走错方向，然后下楼梯下楼梯。这样子吗？啊，那个边那边没有东西。那边哦，这边是在断粮还没。我走错方向，笑死我了。然后下去了之后有旁白跟你讲话。好的。对，触碰地就行，然后把那个桥搭好。这是这个吗？对对对，这个。然后你看到那个圈圈有亮出来了，你就要找那个定位在哪里。哦，有，我随便弄的。可重点是根本我感觉它根本就没有对到，有对到吗？啊、这个对焦是有 bug 的吧？它就是没有到很说你要准准，就是你大概在那个范围里面就好了，这样。对，它没有优化。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就是你不用到啊准准。拉小回。对，拉小，然后有看到那个圈圈，然后你再找回那个圈圈的。所以他真的没有到很准啊。对，没有到很准。没有到很准。そして雨が止んだ時、皇女殿下は天の階段を降りられたのだ。おお、吓死我了。神家たちは殿下が放つ最上の栄光を目にしたのである。我都没有在看他旁白，因为太难懂了。你这边可以坐下吗？也可以耶。啊，可惜不能拍照。嗯，这样，叽叽，好吧，拍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不怕迷路，我先走，我已经走了。这个秘境差不多中了多少人？好奇心啊，什么时候会发现？你说发现我直播吗？然后上来，走回去这边，不是走错位，对。哎、欸，走错位了吗？你哎、欸，对啦对啦，这边啦。没有，你错了，你看到黄色圈在你的 map 那边。哎、欸，黄色圈在。对呀、啊、对呀、啊，这边啦、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刚走这边啦、啊，我刚去走这边，哈 ，King 反迷路怪我。我刚刚就是走这边，你说不是？一万哇。我刚刚走这边，哇，这个导游冲昏头脑了。这里前面那边一个先，你先拿死这些怪的。哦，这边可以先拿宝箱，我来去接那个。有病，你可以停下来吗，炭治郎？啊？卡森哥。一万九。然后跑回去下面那个楼梯，这个对，然后那边不是有两个眼睛吗？血流成河，搭那个桥。奥兹，你在那边干嘛？哦，这里。对你搭一个桥，这个就够了，一个楼梯就够了。然后等一下你、这个要放大一点。那个电梯上去就可以。这边就有两个宝箱啊，三个宝箱。对啊。这样吗？哦，有了，没了。打叉，然后旁边有一个电梯嘛。电梯。那个黑色的，好像龙，好像。哎，这边还有一个哎。没有，这个是第二个的。你先去跑电梯那边，你电梯在你后面。哦。电梯，你这边做什么呢？然后电梯那边不是有一个踏板吗？这个是往，这个是叫电梯下来。哦。对，你上去了，你上去了还叫。万叶说有我，你还需要什么电梯呢？啊！吓死我！前面那边是有两个宝箱，你用万叶。吓死我！万叶。对面没有，你上这个楼梯。哦。上这个楼梯。我看到了你说的宝箱。对，上这个楼梯，这个楼梯前面的就有宝箱。嗯，啊，要作弊哦。对，作弊。这可以爬上去吗？不行。来，哦，差点就飞下去了。作弊时间。飞过去的话，你就要被打回一个，打那个桥洞回去的。哎、欸、嘿 ，boy。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洞，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洞，
啊，跳进去那个洞里面，那个洞也是有怪的，里面有宝箱。洞。在你的左右边，右边。洞。洞。洞。你身后，你身后。身后。洞。你身后下这个中间。哦，知道了，知道了。是。继续在找洞，对啊，我要穿洞。欸，他这个战斗音乐蛮好的。做得好，奥兹。然后跳下去。啊，跳下去？往对，往这个跳下去。放心，有楼梯的。跳下去吧，跳下去吧。前面有宝箱吗？哦，拿宝箱。珍贵的宝箱。你的左边有电梯。哦、是什么？断罪之皇女。哎、欸，这边好漂亮哦！我想要在陈歌湖里面建一个幽夜镜头。对，我爬上去，跳下去，跳楼！呜耶！呜耶！哦，这个电梯也太隐秘了吧！然后破门，对对对，吓死我了！跳下去吧，跳下去吧。哎、欸，水好多、哦。对，然后就接剧情了。这个宝箱这边的秘境宝箱就拿了。确诊了，迷茫安安的呀，确诊了。听说你要优越净土，即将要请爹。哎、欸，他有做那个有做优越净土、啊。多水哦，好的，谢谢咪猫。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私は歴とした幽夜浄土の騎士で、レオンと申します。レオン？騎士？全然そんな風には見えないけど。いい、你很呛ね。見えませんか？まあ、この際それはいいでしょう。しかし、ヨガラス騎士の鎧を設計し。支給してくださったオズバルト様のことはどうか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奥兹华尔多大人。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せんか？オズバルド・ラフナビネス。オズのフルネームです。What the？ 奥兹华尔多·赫夫纳凡因斯。What the？ 奥兹好像原本是个魔兽，是吧？奥兹华尔多赫夫纳凡因斯，メギストスの方がまだ言いやすいな。哪有？我觉得メギストス还好念呢。Hello， 我觉得我们的阿斯托罗基斯莫纳梅基斯图斯比菲谢尔冯什么弗瑞斯普斯夫斯勒还要好念呢。还有那个奥兹啊，斯勒斯华多勒夫的不对，是不是还要好念呢？我真觉得莫纳梅是最好念的。哎呀，拙者もそう思うでござる。哪有？明明莫奈名字就比较好记。我觉得莫奈名字比较好记。みんなそう言います。皆さん楽しくおしゃべり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をすみません。加油啊，翁！邪魔する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が。大学生活。この扉が施錠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皆さんご存知ないですよね。ご存知ないですね。はいよ。確かに知らなかったけど。等下你讲话有点小声呢、啊，你比我讲话还要小声、啊。扉の開け方を喜んで教えましょう。零权限的残魂是认真的没有？大家都这样讲啊，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讲。哦，这是艾米的眼睛来的，对呀、啊。可是他好像听说他曾经是魔兽，然后就力量被剥夺什么什么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像也没有讲到奥兹的故事吧。sorry， 哦，根本就没有到很搭那个。传说任务奥兹，真的觉得有这个必要。小个一点，
有的，好的，根本就没有很搭啊，其实就是有点他想做那种错位的东西，可是感觉没有做得很好啊。那你说嘞？对，后来他想做这种错位的，你看他 哪有做得很好？你看我命就没有弄好，可是就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你没有到一定要尊重这样。去哪里啊？来啊！哦，上来了。英雄たちよ、英雄たちよ、感謝いたします。この胸の気持ちは言葉では言い表せないほどです。扉を開ける合言葉は我が民に自由を与え古き法則にとらわれぬように。对，太准的话会太为难，确实确实，所以它有一个范围在，就也有好有坏，有好有坏的，有好有坏。坏处就是可能哎，明明觉得哎我已经弄得很准，可是他就是没有 sense 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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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处啊！我要跳下去啊！怎么能走？我が民に自由を与え、古き法則にとらわれぬようにか。哦。这边。手机那个怎样都感觉不对，是哦，淘汰哥也是用手机啊，是什么？哦，这个就蛮准的，这个就蛮准的。大書記官、各領主たち、忠実なヨガラス騎士は塔に登り、皇女殿下に忠誠を誓う。亲吻。鮮やかな紫色のドレスに口づけすることをこの上ない栄誉であると思った。到底为什么不能拍照？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拍照？你看好漂亮啊，这边，而且音乐也很棒。每个秘境都有每个秘境的那个的那个音乐吧，看挺漂亮的，感觉很想要拍照。旁白是要进卡池的吗？我也觉得正常啊，能挑战不敢吃的东西的，正常哎、欸，我也觉得目前是正常的。我吃酸的东西，我现在在喝柠檬汁，就是还是酸的，就是辣的还是辣，甜的还是甜的，酸的还是酸的，咸的还是咸的，我觉得还好。旁白君是谁啊？旁白君感觉好像奥兹的声音，哎、欸，他会转，他这个在转，这好高哦。私断罪の皇女は、是什么？七七保重，谢谢 Feather， Feather 安安。前往高塔顶部啊？哦，不是，是这边。中远近左右都调一遍。结果都不行啊，应该是比较难调吧，就是那个点按的那个，因为我们电脑就按那个WASD 就好。さっき聞こえたのっておそらく本に書かれてる物語だよな。なるほど、署名にあった聖国は夕夜浄土のことのようですね。この本は民の視点から皇女殿下を賛美しているのでしょう。最後のページまでめくってみたが、この物語にはまだ続きがあるようでござる。続きはどこにあるんだ？おいら気になるぞ。それは探索を続けるしかないであろう。それより読み終わった本は閉じた方がいいと思うでござるよ。暖男万意又被传送出去了吗？哦。是真的做的蛮精致蛮漂亮的啊，传送。おや、場所が変わったようです。嗯、
浜辺に戻ったわけ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ね。ん？居然没有回去海滩。ここってモンドの家みたいだな。贝谢尔家。ごきげんよう。没错。伊塔。ごきげんよう。断罪の皇后よ。断罪の皇哦，断罪是皇后哦，不是皇女。愛しいエミちゃん。ステーキと漁師トーストを作ったわよ。チャイミン。温かいうちに食べましょう。他妈妈比较没有中二，但是他爸爸很中二。チャイミンちゃん。母上。母后。あらら、私ったらうっかりしてたわ。断罪の皇女よ。何時は気づいていたか。今は昼下の時であることを。え？もちろんよ、母上。ああ、窓からの眺めがなんと美しいことか。皇女に皇后よ、断罪の皇帝であるよと共に野垣に興じようではないか。景色を楽しみ、天から賜りし美味を満喫しよう。这有暖女吗？不知道，应该有，还是有的。ええ、喜んで。哦，大家都尴尬癌上身。その、みんな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はあるだろうけどさ、単刀直入に聞くけど。エミちゃんってフィッシュルの本名か？だろうな。それからさっき聞こえた二つの声はフィッシュルの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だと思うぞ。どうして私を見るんですか？为什么要看他？我家里要是都这样中二讲话，我大概会吵架。尴尬癌上身。失礼かもしれぬが、その。メギストスとは本当にお主の名字でございます。万一万一你居然去怀疑莫娜的姓。まったく、私をバカ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先生術師である私のフルネームはアストロギストモナメギストス。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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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ストロギスモナメギストス。其实アストロギストス是一个英文啊，アストロロギス。Astrologist 就是占星术师的意思吧，好像是，对，英文 Astrologist， 所以他名字其实就这样，就这里。Astrologist 是称号吗？すまな。怎么可以怀疑他？你们好坏啊！哪敢啊！哪敢啊！この名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るのは天才だけなんです。他真的很自信，我的天。どういう理屈だよ。没有道理。所以我们名字越长就越天才的意思啊，莫娜想表达的。先ほどのあれどう思いますか？天文哦，天文，天文学家 ，astrologist。对对对对，感谢淘淘弟弟。一つ確信したのは、本を閉じることも元凶に変化を。太多任务没做，一到你越想去合成台，就触发夜兰的任务。夜兰的任务哦，你接了，可是你没有做。でもフィッシュルの家族まで彼女に付き合ってあげてるなんて。すごいな。因为他从小就是爸爸妈妈这样子一起，所以他长大过后，然后父母跟他叫他要长大吧，然后就不跟他玩了。あの声の感じからして、多分幼少期の思い出かと。大きくなってからも同じかどう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モナはよく知ってるな。友達なんだから、これぐらい当然のことです。对啊，接了人的主，我都直接不接，因为接的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就会触发，很麻烦。先ほどの話では出かけると言っていた。様子を見に行ってみるでござるよ。何か手がかり。我决定了，我要存石头，存到少女出，哇，那个几百年之后了吧？加油加油，直接抽个满命少女。这是飞蟹的房间呢、啊？对，飞蟹的房间。好漂亮啊，好高贵的房间。很多书哎、欸，因为我知道。而且很喜欢看书，所以他就是看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书。中二书，大家彩书会变笨哦，大家。哎、欸，我变笨了。哎，这些照片是孟德哎、欸，孟德城内。然后这个不知道是哪里，这是哪里啊？这是哪里？黑白这个好像是哦，像那个孟德城的那个嗯那个柱子。这是什么雪山吗？上面那个是？
很多书。我跟艾米不一样，不喜欢看书。名字越长越聪明，所以我们的卡哇又很聪明。名字很长。哦，出来了！哇，紫色好漂亮！因为故事还没完，所以この感じ最悪です。まるで先生術の教本を買った後に偽物だと気づいた時は、夕食の途中で財布を忘れたことに気づいた時みたい。もやもやします。もやもやします。二人ともかなりショックを受けてるみたいだな。各有拙者も読んでいた本が打ち切りになるのは被夭折です。被夭折です。没鸡丝吐司，没夹到鸡丝的吐司。看到一半，然后没有下文的书。被莫娜圈粉，可爱啊。嗯？何も起こらぬな。場所もそのままでござる。哎，这边有屋子哎。あれ、さっきまで入れたのに、どうして入れてくれないんだ？外面的景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せっかくあそこまで読んだ。肘が悪いにも程があります。哦，很晃哦，莫娜，你很晃哦，我有点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了，莫娜，别晃了。还是万一你也要来晃一把。この本はもう最後まで読み終わったのやもしれん。元凶から離れる前、最後のページをめくったであろう。拙者が思うに、この聖国の栄章は一冊で完結しな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まるで安っぽい娯楽小説みたいな売り方だな。请购买下卷。続きは下巻を買ってくれ。何が何でも結末が見たくなってきました。他的那个输赢已经犯了。結末か。みんなその続きが気になってるみたいだ。ん？あ？そこにいるのは誰です？おっとまずい。僕を見てるな。姿勢を正さないと。僕は道を聞かれるのが好きなアーノルドだ。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その名前、役割が丸分かりだな。もう一つの目的性太強了。笑死我了。然后这个乌鸦还可以再跟他讲话。因为突击有广告，对啊，突击会吃广告。莫娜都在慌，对啊，好难集中注意力。あなたに聞きたいのですが。アーノルドじゃない。道を聞かれるのが好きなアーノルドだ。不对啊，你这个名字也是这样写的呀。道を聞かれるのが好きなアーノルド。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ですが。なんでしょう。真的在晃哎，对不对？一直在晃。聖国の栄章の続きを知っていますか？超晃，你看。どこにあるのでしょう。我没办法集中精神啊，莫娜，不要晃啊！不要晃啊 ！Stop。それなら僕に聞いて正解だ。聖国の栄章は夕夜浄土の聖典であり、3巻まである。もし第2巻を探すのなら高い塔の上まで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高い塔ってあの塔のことですか？そう、あの塔に聖典が保管されてる。向こうの洞窟をよく調べれば。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アーノルド。再放西西没有的东西把你给ban了。アーノルドじゃない。道を聞かれるのが好きなアーノルドだ。烦ねえに。美しきお嬢さん。哦，很晃。彼女がいるかどうか、給料をいくらもらってるか。有没有女朋友？每月的收入有没有？ありませんね。さようなら。啊，这个眼神。没有，さようなら。屁事。あの夜ガラスは放っておきましょう。向こうの洞窟にある秘密の近道を使えば。ニーランド好像也很。早速行ってみましょう。欢迎雨枫来到 YT 呢，你也可以两边挂台呀。本当に僕に興味がないと？君があまりに美しいから、夕夜浄土の秘密を教えたというのに。莫娜直接ass。あまりじゃないか、お嬢さん。斗篷吗？嗯，是是是，您说的都是。前面那个乌鸦皮卡在对话的。あのお嬢さんの顔を見た感じ、何かまずいこと言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か。どうすれば彼女に気に入ってもらえるのだろう。好，
好漂亮啊！哎，还有沐风蘑菇，哎，居然在这边会有沐风蘑菇，可以摘了吗？可以啊，可以啊。哇，居然呢，这边会有沐风蘑菇哎、欸！现在很多常驻队友在这边打方面。就是关于到这次复刻是多少次队友在。哦，可以。哦，有道理，有道理。哦，对，莫娜是复刻角色吗？万叶的啊。哎、欸，在上面呢、欸。总之是常驻。哦，这边复刻都有。还有的交谈。在战斗交谈到。滚啦，你们！我被砸脑了。行こう。哦，一万六哎！我以为还要死，我要对话而已啦。好困呐、啊，他们没有讲话。你呢？你也很困？哎、欸，他不能讲话，他只能跟这个讲话。他睡着了。捡168个蘑菇，这蘑菇捡蘑菇的人生我已经过完了。莫娜跟可莉的部分，哦，当时就讲睡着了。我威岛也有海灵芝，每个地方都有海灵芝啊，整个海岛都是海灵芝。你怎么睡着的？睡吧，睡吧。我没有睡着。他在转圈圈。哎、欸，他转圈圈，可是飞蟹也不会转哎、欸。哎呦，你看他转的圈圈，可是飞蟹也不会跟着转哎。咦 ，bug bug。大変ですね、大変ですね、谢谢。大変ですね。不知道为啥啦，我朋友的那个班级，他老是中招，然后整班30多个人，应该是10多个人中招，好可怜。是大家都要出门的时候都要先验一下，不要害别人呐、啊。你不想活，不代表人家不想活呀。哎、欸，走错边。哎呀，然后全部认真 online， 现在很多人都要 online 上课。嗯，哪里上去了？你走上那段路，那边有一个楼梯。哦，对，这个又臭又长的，又臭又长的飞蟹的故事。好坏哦，你又臭又长，你真过编剧吗？你们啊，一个小宝箱哎、欸。没有那个没有，真的很长啊！那个时候我解密解到有点生气啊，那个时候。所以翁是上课偷听吗？不知道是吧？没有啊，上网课。上网课。お前ら何者だ？何者だ？お前の A 員です。その様子、ユーヤ浄土の進化ではないな。いえ、何しに来た？你是来干嘛的？まさか守衛がいるなんて。おい、何をするつもりだ？加成。殿下の進化だと？まったく、そのような横柄な質問をしてくるとは、あなたたちの視野の狭さを証明し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です。我が民に自由を与え、古き法則にとらわれぬように。それは、ユーヤ浄土の合言葉。本当に殿下の進化だったのか？なんてことを！皆さん、失礼なことを申してしまい、すみません。ほら。もう下がったらどうだ？凶欸，你就喜欢蹭这种风头。欸，今すぐ姿を消します。哦，他真的离开欸。よし、行ったな。これが聖国の栄章大。出発。哦，所以他的秘境是分开的地方。做完之后它会连在一起。哦，它会连在一起。OK， 那就没有那么麻烦。しかし、啊、等我一下哦，大家。ユーヤ浄土は悪夢のように広がる暗雲に包まれた。蛇竜タスラクが地下へと潜り、海底を渡って王城の上をさまよい始める。
什么叫这铃声很有年纪啊？怎么我们怀念他好讲话？空が少し暗くなっただけだと思うけど。龍。それは何かを指す比喩ではなかろうか。なるほど。彼女を否定し、その妄想に異を唱えたものすべてが。彼女の宿敵である邪竜タスラクになったわけですね。星星刚才有一瞬间变御姐音了，有吗？有吗？往身后走，身后不动。不是。他那个御姐音就是在这边，对，在西那个。一瞬间。哦，那边有海螺。对，下西游记。就这个。走了。音乐又变伤心的，那个是要眼睛。对，要连接那个。这里没有宝箱，要上到西南边去。这种东西，没有其他物体遮挡消失，这不是讲过了吗？对，这个是遮挡。刚才那个是要连接，这个是要用东西来遮挡那个东西。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你前面这个这一个的柱子要遮挡刚才那个空的东西。就是你后面那个楼梯不是断掉的嘛，然后这个用这个东西来遮挡啊。嗯，我不是挡住了吗？哦，它可以放大放小。对，你放大放小，然后。一堆刀有那个圆圈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慢慢拉。对了，对了，就是直接打枪。進化は期待を悟り、救世主に祈りを捧げ。要遮挡，这没东西了吧？伤心的音乐还再听三次就更伤心，我真的，还要听三次了。这里上行是没有宝箱，这里还没有。啊，在海螺附近。那铃声不就 iPhone 的声音吗？有很有年代吗？整座岛都在演舞台剧。也许。单在。卡在。这里被用弓箭的怪。这里没东西，对，也是没东西。特地给你打怪的，我上回记那个。CCTC OK， 什么东西 ？DC 阿南，三个号要过，干巴点呢？这边就先还不用换人，对，不用换人。然后前面打完怪先。怪了，你慢慢走，走到你慢慢走前，然后前面有一个小楼梯，木材的，挂在那个栏杆上面。風の行く先を。你躲在里面干嘛呀？我打不到你。自闭。哎呀，我的同伴全部死完了。然后那边有一凯罗嘛，在桌子上面。哎呀，没有在桌子上面。哦，看到了。然后新聊凯罗。失格の従者オズよ。汝の目にした真実によって、この私に道を切り開け。お嬢様は目に見えない欠陥など。嗯。然后往你的右转。右转那边有一个栏杆嘛，然后栏杆有一个断接的，你后面，栏不是在你那里，不是在上面，然后这边前面有一个小栏杆断掉的，就是这个洞，然后跳下去，下面有宝箱，在你后面，哦，哇，而且还是珍贵宝箱呢。里面还给你一封信，这封信是外面地图要用到的。
没有原石。好，继续走那个解谜。对，这个是挡。为什么是挡住啊？你挡住了哈，后面那个东西。工作人员降临したが、対戦による災いは王城にまで及んだ。你的环境就是一个讲关于好像魔术的。下去我要去哪里啊？你下去了，前面有一个再上去。哦，这里。不是，是吗？要先移，你要先有一个装置是要移动那个东西。我要去哪里？你再走前面一点点，再走。这边好像有一个装置是要用到那个整个有力会动的。嗯？在下面那个。我刚才是移动啥东西来着？这里？这是哪里啊？是哪里啊？迷路了。啊！在你旁边的。好，掉下去。那你跳下去。不死啊！当天之皇女，拜拜。哦，我看到了，它有标点那边。对，你旁边不是有一个旋转？哦，可以旋转那个整个流地。他直接把我传来这边，重点是我他传来我这边，可是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就是。Okay. 哦，我在旁边。你走，再走去楼梯那边。哦，有了楼梯。打掉那些怪。姿を見せよ、オズ。答えなさい。竟敢打断罪之皇女！然后这个上面还是有一个宝箱。在那个刚才你射的那个怪那边。对，这个一个宝箱。断罪の名において、往右走，往右走，再不下去，上回去，上面有宝箱。走到尽头。下回去，上回刚才你上的那个楼梯，这里真的好乱。那不是这里，对，是这里。这里。哟。上了是解决的最快。感觉应该让菲切尔穿着新的衣服来的。突然想吃派蒙，吃吧。这边因为刚才那个建筑物还没有转对位，还要把这个前面那个断掉的那个东西来移掉。然后上去有一个四方形的可以转那个建筑物。刚才那个楼梯那边。断罪の名において、其实迷惑中，困惑中，不是迷惑中。Hello， 迷惑跟困惑这样子用的吗？对，这个。哇哇！可以下回去刚才那个眼睛那边去调那个。迷惑跟困迷惑不是这样用的吧？迷惑，救命啊！那一打开 YT 看到西西确诊，对，是的，是的。ついに彼女は制裁の雷を持ってして竜の鱗を貫く。
竜の血による嵐の中、彼女は言葉を告げた。迷惑是这样用吗？迷惑不是迷惑那个人那个迷惑吗？迷惑跟困惑不太一样吧？我要没体力了。目前确诊就是喉咙痛啦，没有其他什么特，没有其他什么的症状。我明天应该就会咳嗽的吧。迷惑不解。你才不要往上，首先你先去那个风场，看这风场只要有问题。你还没有到那个点，还没有到那个点。哦，这个好漂亮哦，反过来的。哦。多喝水，准备很多很多的水。谢谢，谢谢志浩。先吃沙先，因为上不到去的。还要变笨吗？是哪里啊？刚刚你走过的。哦。哦。喂。重口味的时候是第一天晚上，吓死我！什么鬼东西？很难睡着，咳嗽咳到很难睡着。哦，我没有咳嗽啊，应该明天就会咳的啦。应该明天就会咳的，我觉得啦。然后，你看一下，感觉应该是要移什么东西过来。往下看一下，我要看那个建筑物有对位的。你往你的左，右转。你有看到有一个建筑物打折的，然后上面有一个什么？上面有一个那眼睛。这个是要调整那个刚才也调了。现在是你要调另外一个去拿宝箱。你下回来前，你看有没有一个石板块的那个东西可以转那个建筑物可以转动。睡着了，搞完又睡着了，睡觉吧。这边转。对，你找一个四方块的那个刚才那个东西。不是，这边是我刚来的。对，在这里也是有一个。伊萨。是。有空。你先调了这个先。对。因为那个要到那个四方块移过来才可以。是。伊萨。四方。哦，这里。这个点。然后那个横的那个上面也是有一粒眼睛，那个也在对角。有空。哦，塞！没有，这个眼睛还没有在一边用先，先下去先弄那个楼梯先，因为这个眼睛先要弄刚才那个断桥的，你先按打叉。对，你按打叉，然后你跑回去刚才那个四方块那个装置先。刚才那四方块那个装置再转回去。对，然后你再用那个风场飞过去。伊萨。对，飞到去那个眼睛那边。刚才应该对，前面这边眼睛，然后你再用那个，然后先打那个桥先。对，这个前面这些东西是来挡着那个断桥。然后按打叉，然后你再跑回去那个刚才四方形的转那个 building 的那个装置。这个真的有点复杂，吓死我！突然间，
再转啊，对，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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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你跑跑去上面那个啊，对，蓝色那边。What the fuck？ 哇哇！因为那个。刚刚手机又关机的，为什么没有电吗？然后你前面这个，对，这个对焦到那个整个东西顶到哈，就可以就可以了。OK。奇怪的秘境。现在可以跑过去那个楼梯间了。怪会天降，他把那个草史莱姆丢下来，我以为这些都已经死掉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睡觉。又来 ，You 要救命！玉在原神贪花七千多，哦，那个漫展啊，漫博。你后面走，然后刚才打了那个桥那边，那边前面有一个宝箱，就是九个。好多怪哦！影のカラスが優雅を求めている。你们有一点烦哈。现在9%，现在9%，你要不要让你的手机休息一下？你挡什么挡？我又没有打你。然后就进剧情，对，好像就是到这上。会不会我进剧情的时候，他们追着我打？应该不会。来呀来呀，过来呀！叫他们来客串的。来呀，过来啊！再过来啊！客串这样吗？哎，这边还有一只。来呀来呀来，我进剧情，你继续打我。哎，居然没有打我。あれ。またあなたたちでしたか。それはこっちのセリフです。またあなたですか。またあなたですか。然后也迷失在下面。跳下去。上面是那个门。对，这个楼梯下面。呼呼。要小心哦。他是在走廊的那个那些解密点。哦，看到了，看到了。也是一样用遮挡，用你前面这个木材的这些东西来遮挡。分明都没有挡完。这个也是用那个石头。对，用你这个石头。左右来回它就有了。在前方也是有一个，那个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有两个。是啊。对，这个你用上面那一个来遮挡，下面那个是遮挡不到的。你拉大，然后你用上面那一个斜的，对。然后就等它上来，然后就可以对话。他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好可爱！上回去那个楼梯，刚才那个。我想看他怎么走。小心哦！我们飞蟹的说他有点热，所以他去凉快凉快一下下。このような無様な姿を幾度もお見せしてしまい、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やはり今の実力では立派なヨガナツキ師を演じる？扮演。恥ずかしながら私は本物の騎士ではありません。最近
找到新工作。新人役者で役作りのため準備をしていたんです。新人演员。それって胸を張って言えるようなことなのか？皆さんはご存知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可以不要这么的打狠吗？演劇とは非常に重要な文化なのです。良き演出は。へえ。つまりあんた。ええ、そうなりますね。あなたたちの皇女殿下はなぜ演劇が好きなのでしょうか？这些雕像是什么？都是奥兹的部下，奥兹的孩子。皇女殿下は昔このように言ってました。私のために祭典を催し、荒野でおそらく皇女殿下は真の芸術とは何と、演劇において魂とは感情の凝集とし。なるほど。教えていただき感謝する。后面那个还在懂吃懂吃。哦，それでは私はこの栄光とともに己の。有点难跟你聊天呢，你可以打字吗？縁があれば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また会いましょう。会えなくて済むように、今度こそ気をつけろよ。あ、そうだ。怎么感觉我不是打横的？我教えしますね。但可能其实打横的是我们。命令に従え、翼を広げて出航せよ。出航せよ。哦，不见了。然后呢？那为什么他早早不飞走啊？奇怪。你又都要出来骂人？他是雕像啊，应该还好。Hello， 嗨哦，楚永安呢？祝你早日康复，谢谢谢谢。为什么要伤害我的脖子？不知道，你问他。喝个柠檬水压压惊啊！父上、母上、ごきげんよう。今日は夕夜浄土の祭典の日。二人には。エミちゃん、その年になってもまだそれを続けるのかい？もう大きいんだから、童話の話を信じるのはやめなさい。そうだ、お母さん新しい本を買ったの。楽器の弾き方が詳しく載ってるから読んでみて。いいわね。より有意義に時間を使うのよ。这也不能跳，跟万叶那时候一样。お、わかった。嗯，就这样。哦，听完就没了。为什么星燕的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桥段？哦，飞蟹儿的封面，我现在看到。偶然にも彼の邪流の正体を垣間見たでござるな。はあ、すごく共感できるぜ。あたいたちの趣味を時間の無駄だと思ってる人がたまにいるんだよな。我的爱好是浪费时间。飞蟹蟹有变得特别喜欢酸的东西吗？我本来就喜欢酸的东西啊。おや、あなたは。是那个爱被问东西的那个吗？对对对，他植入的那个。僕は道を聞かれるのが好きなアーノルドだ。いえ、私が言いたいのは、どうしてまたあなたがここにいるのかです。そろそろ君たちが聖国の栄章の第三巻を探してる頃だろうと思ってね。ええ、その通りですけど。親愛なるお嬢さん、君が僕のためにすることなど何もない。君の美しさこそが、这是什么痴汉？痴汉的？君が求める思いは今ここに届けよう。这是什么痴汉的发言？聖典の第三巻は王城の最上階にある。喉咙不舒服是昨天叫到坏掉？不是不是，喉咙不舒服是因为那个新冠肺炎。对，不是因为我每天都这样叫好吗？每天都这样叫都没事啊。对，都是生病才有事。做二休七嘛，没有，是做一休八。做一休八，现在是大老板，大老板呢？そこに見張りはいるだろうか。ああ、もちろんいるさ。何をバカなこと言ってるんだ？つまり、そこもよがら。聖典を守るのは進化にとってこの上ない栄誉だ。はあ、君はなんて美しい顔をしているんだ。万叶不爽啊！你看，怎么可以动我的女人？君の仲間も。哦，怎么可以酸我的女人？怎么可以撩我的女人？に秘められた物語を理解できるだろう。
啊，叉腰，放手叉腰，怎么可以撩我的女人？身后都是我的女人。干，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女人跟一个应急食品。然后你跑过去，那个乌鸦，那乌鸦也是可以对话的。边骑车边听台，小心呐、啊，涛涛老板，小心。どうやって自分をアピールしたらいいんだ？你已经表现很多了，太多了 ，too much。お嬢さん、僕と一緒にコーヒーを飲まないかい？你可以喝东西咩？你是个雕像。紅茶、ミルクティー。你最好可以喝东西。どれでもいいよ。咖啡、红茶、奶茶。もし嫌なら君一人で飲んでくれても構わない。这种话我只在痴女心态的西西身上看过，哪有？君が幸せなら僕も幸せになれるからね。好痴汉哦，好讨厌啊！是莫娜的追随者，莫娜的追随者，好烦啊！咦，我要去哦，传送，对，传送，这么远，传送去那边，也是要打电梯。好喜欢他的声音，陶大哥哥又那个入迷了。你们在看什么风景？他们在看风景哎。打电梯了，快中。竟敢！竟敢伤害本皇女！你看那个，他在转，可是我的飞切尔没有在转。对啊，对啊，对啊，这个牛顿要出来打人了。然后走过去，旁边有一个小洞，旁边有一个小洞，那个山洞。对，走进去那洞里面，然后从外边。我想说发亮的是什么？吓到我！青眼的，这样看起来真的好短，太短了，太短了，不公平。我们可以把他睡着了。然后这里的宝箱就比较麻烦。いや、でたらめを言うな。皇女殿下が。ああ、まったく。今の自分の発言に責任を持てますか？もう一度言うが、皇女殿下が君たちのような。何時は今、誰のことを小物と言った？皇女殿下に、オズ様。雄野浄土の神家たちにそのような無礼なことを言うとは、守衛の諸君はいささか礼儀に欠けているようですね。私が自ら選び抜いた神家たちを軽んじるとはね。早々に立ち去りなさい。おお、有皇女風範哦。しかし、そう退下。是怎么了吗？しかしではない。哇，帅！フィッシュルにオズ、お前ら戻ってきてくれたのか。ひとまず、そう思ってくれていいわ。お嬢様は元凶には向き合いたくないが、時間をかけてここまでたどり着いたからには、皆様を見捨て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不要那么的直白。言ってた通り。この元凶に向き合いたくないんだな。日記を誰かに覗かれてるような。肤浅。もし肤浅。私がたやすく流されるような人物だったら、こんな立派な雄野浄土、この世に存在していないわ。お嬢様はここには別の問題があると。問題？その話はまた後にするわ。さあ。行こうぜ。本はもう目の前。Let's go, let's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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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真的很漂亮呢，我想拍照呢。壮大でもろく、巨大で臆病。驚天動地とはこのことね。気分も悪いわ。为什么？お嬢様はこれほど大行な元凶は見たことがなく、
本人も驚いてい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哇，我们 Kim 去工作了，拜拜，工作加油！琪琪在这边只能靠自己了，大家。等下 Kim 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这边呢、啊，还在起点在那边等他呢。这是什么鬼啊？移动方块，把位上，真的去做工了，哦。哦。嗯，是不是偷偷找男友的 ？Let's start， 安安，这里更复杂，真的、哦。なんだか形が不完全だな。うい、少し考えさせてちょうだい。お嬢様、その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これはかつてお嬢様が悲しみのあまり手を滑らせて壊してしまった。城のおもちゃかと。城堡玩具。それを言わないで。好可愛哦，贝雪。今思い出したわ。私の城は二つの部分が欠けてしまったの。てことは。要找两个碎片。夜の地による嵐の中、彼女は言葉を告げた。我が民に自由を与え、古き法則にとらわれぬようにと。この地。啊，没听完他讲话。哦，这里没东西。この王国はそれとは全く違って見える。背後にどのような影が隠されているのか気になるわね。皇女殿下は再び歌い始める。雄野浄土の聖歌を。这个楼梯上下，然后就有了，这是有了吗？哎，没有，刚刚又有了，然后又没了，什么东西？吓到我！哦，吓到我，走错地方了啦！想说突然间变一个场景。这个呢？嗯，暂时还没有效果。这边呢？哎、欸，这是反过来的耶，真的是反转世界耶。雪兰刚刚说艾米一下一万五，是说太低还是说太高啊？哎、欸，这个上不去。哎、欸。服了，下到下西，真的。到哪里？他不掉下去了吗？哪里？哦，那边看到了。这么远都可以的、啊。好的，最尾有宝箱。好的，最尾这里吗？啊哟，命座低，连骑手的伤害都没有，是因为命座低吗？我这是满命的、啊，骑手的伤害哦。我就是满命啦，我是放弃了暴击率的绝弦，绝弦金二，对，满命天赋六十二十二，没有很高啊，面板绝弦呢、啊，这个算很勉强的啦，
特也没有。敲工四星陪跑出来的，我、哦、出来吗？官方发的吗？有谁啊？有金武觉醒，好好、哦，我也想要金武。我好像有别的经验的，就是好像看一下，好像还是有，有，我没有金起来而已。有还能金三的，可以金三的，我没有金起来，觉得还好。云锦班神跟星燕，云锦班神跟星燕哦，星燕，云锦跟班神还行，有班神加持，感觉萧公考起来是可以的。而且云锦他的专拐嘛，把云锦这个专拐，因为这么一个小的，我有八把祭礼剑，好像也没那么多。哦，这是给对面的。嗯，听到吗？哦，有的。哦，跑到那边去的呗。武器池好毒呀！武器是什么？盾剑、盾弹手剑哦，盾弹手剑。盾单手剑哦、喔，嗯，那应该不意外吧？盾单手剑，我觉得不意外耶。盾单手剑的话，盾单手剑，妈妈有中离的话，盾单手剑还是行的啦。真的不意外，不意外啦，还好啦。盾单手剑就是套个盾其实也蛮 OK 的。就说套个盾啊，哦，那边有个楼梯，有个楼梯，这么久终于出来了。对啊，盾剑不用，哎，重点是狼墨比盾剑久，哎，这狼墨就没有出来的意思呢，会不会是雪狼把狼墨给做掉了？哎，不套盾也行，盾剑我也忘记它的那个效果了。是套盾可以堆满那个吗？效果吗？答えなさい。夜の幻言。風よ、雲よ、借りなく時。还有哦。嗯，掉下去，上面还有一只。你敢起来，我就敢爆你的头。下面还有一只，不知道那边射什么鬼的那一只。希望他们会出一个这个海岛这些秘境的 OST 吧。我刚刚是怎么来的？这样来的，对吧？对吧？对吧？调查面临为不知下打开自由之门的钥匙。哦，所以是这样吗？哇，好长哦！护盾强效提升，攻击命中后攻击提升，最多叠加五成。所以护盾下，就是有护盾的话就可以叠满吧，要不然没有护盾就只能吃到一半这样。嗯，这是去哪里啊？哦，挡住他吗？这么一个小的，
等一下哦。火星会有四只。火星四只没关系啊。你要抽消光吗？卡哇哟。嗯，这是怎么弄啊？哦，放大。这样就有了吗？嗯，这样就有了、欸。这怎么不懂？看不懂。我没看懂刚刚那个蜂场。哦，是蜂场。应该没有宝箱吧？这里。我要飞去哪里啊？那个，这里吗？啊，找到了！我没暗淡，我没火系，没关系啊，不一定要火系的嘛。香菱就是你最佳的火系。神家が彼女を拝んだ。すると彼女は私のために祭典を催し、荒野で劇を演じよう。私にひれ伏し、英野の栄光と引き換えに純潔の玄武を捧げなさいと告げた。不知道要不要抽，拿来弄双通？抽消光为了双通吗？都消光为了双通哦，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到哦，回来了，对吗？对，还是没有。我刚刚是往右走，好吗？那我们先往左走。只考虑夜缆，夜缆的话可能还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啊，可以慢慢考虑，没关系的。这感觉还没用到这个啊，有。嘻嘻的声音怎么了吗？我的声音怎么了？应该比较沉一点吧。嗯。哦哇哇哇！哎。满命飞蟹真的是机关枪了。其实还是很甜，是吗？我觉得蛮蠢的。我记得那天还有人留言跟我说，嘻嘻声音越来越 man， 然后我就哈。是走这边没错吧？我刚刚是弄到那个球球吗？有吗？我刚刚有弄到吗？好像没有。哎、欸，没有弄掉了，被我弄掉了。哎、欸，我刚走这边来的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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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在等将军，要抽两只，再三只九条，加油加油，祝你好运。有宝箱吧？宝箱吗？我跳下去吗？他说这边吗？宝箱。啊，嘻嘻，真的开台了。Alverson 身体还好吗 ？Alverson 身体还 ，Alverson 也是今天验到两条线啊。就布雷斯卡，今天身体还好吗？感觉还没到这边呢、哦。
板，你快回来！我们要靠自己呀！欸，他转了哦，那个是用他转的。我去哪？我去哪？呜呜，撞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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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哦哦，我没。哦，我吓死我，我还要撞到那个电梯了。对啊，我先过剧情吧，宝箱之后再看攻略嘛，对吧？我也想，那小宝很香，香就抽啊，香就抽吧。雪狼，你担心的太多了 ，too much。这边有宝箱吗？看起来是没有了，没关系，先路过就好。红头应该明天厉害了，对呀、啊，明天应该就咳嗽的吧。魔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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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碎片，我要走魔星。哦，那边有怪。影のカラスが優雅を求めている。風を知れ、反逆の女を離れろ。リズムに乗れるか。宝箱啊，宝箱，你在哪里呀？哦，找到碎片了。石を拾って城と町を作り、山や海を開いた。紺碧に輝く我らが王国は小さくも金器の楽土である。いい結末になりそうだな。我都没在看他的剧情，听不进去啊，那个剧情。听说你一路恶命一金比较好，大家不是都这么讲的吗？这个是要去哪里啊？哦，回去那边吗？可我们要这么快回去了吗？感觉可以跳下去耶，这边。某个建筑大佬告诉我的，你说 DSC 哦？哦，有哎，这边有宝箱，又是一个邀请函。放啊，小心好吗？嘿、hey, ，我看我自己找到宝箱了耶，一个。然后抽泥路跟对，我要抽泥路、草神、赛诺，还有那个很帅的男生，好多要抽、哦。这是刚刚一开始转的。伊萨。我们不能包的 DSC 要加 CFD， 加 KFC 可以吧？加 KFC。我这个要挡什么？这个要……哦，这样吗？刚刚就是和你说这里啊、哦，是哦，谢谢淘淘 GG。哦，他变大城堡了，哇哦！我觉得他这个风场也不太给力哦。助けてください。又来了。なんとなく現れる気がしてたぜ。这里呢？这里有宝箱吗？そう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確かに未熟ではありますが、絶対にこれが最後だって予感がしてるんです。对不起啊，我先找一下宝箱哦。你先稍等我啊。我找一下这边有没有宝箱啊。这是宝箱吗？不是。想没有宝箱啊，就是去
那边。有个吗？欸，这风场真的有点不太给力。这好像我们那时候住的那个秘境欸，你们不觉得吗？暂时没有，走错地方了啦。还有哪里有那个？下面有吗？哦，下面有。嘻嘻嘻，行啦，奶奶。KFC 想吃，真的，特生病的时候特别想要吃 KFC。飘着乌鸦的视线。那环，那环，那横，那环，完了。西西变了，不会大叫超大声的，因为西西喉咙不舒服呀，中奖了，喉咙不太舒服。哦，有人。瑞恒，哦 ，so sorry， 瑞幻，恒幻 ，I'm so sorry。我刚刚在外面，没关系的，在外面要小心啊。是真的中奖还是什么叫真的中奖？有假的中奖的吗？这样吗？放这么大吗？还是放小一点？哦，有了。有了，是的，众星冠。真的假的？真的呀！我为什么要骗人呢？あんちゃん、こんな調子でこれから先どうやって外を歩くつもりだよ？要多休息，有的有的，其实就是太无聊了，所以才来过剧情的呀。旅には体力と弾力。竟然简直还是单杠，简直是单杠，然后弹的。弹力が身についたら。淡淡的双线。谢谢 Less Water 提醒喝水水哦，我喝柠喝一下柠檬水，酸一酸自己。皆さんのお言葉、しかと胸に刻みます。でも今度こそ本当にお別れです。听你吹啊。気づきましたか？空は晴れ、海面は穏やかで美しい姿を見せています。皆さんは私のようなうっかり者が役者になれるのかと、ヨガラスは常に仕事を探しています。仕事、すなわち運命です。あなたたちはまだご存じ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聖国の栄章とは実は予言書なんです。予言書？あれってお前たちの聖典じゃないのか？ええ、そうです。对啊，中 C 十九。数百年前、幽夜浄土が不吉な気配に覆われた時、私たちの主は国を治めることに興味を失ったかのように、何もこう、その後のことです。ある日、大書記官オズが姿を現しました。その予言は本に書いてあった通り、幽夜浄土の真の幸せが何なのかを示すものでした。だから救世主皇女殿下よ、彼女はきっとここがどんなに幸せな場所だったかを思い出してくれます。だから私は立ち上がり勇士を演じることにしました。あなたは皇女殿下？ああ、さっきお前を助けるときなぜか後ろに隠れてたけど。我が進化よ、汝の意志は蛇竜の手足を立つに足る強さである。今我は汝の祝福を受けよう。
大変光栄に思います。何時はよくやった。騎士の美徳も備えている。さあ行け。準備をして劇の開幕を待つがよい。皇女殿下へと捧げる敬虔な心を私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殿下、ああそうだ、もし必要でしたらこの先の扉の合言葉は永夜的序曲。永夜の序曲です。おいら、この場にいる者は誰一人として私の資源を理解できないのかしら。お嬢様は皆様がバカであ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奥子奥子有时候真的想要打他。小姐的意思是各位很笨。哦哟，那这里宝箱砸了多少个啊？不知道，没有算。誰がおバカなのかも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ふむ、皇女殿下が。なら急ごうぜ。え、ま。はい。飞飞啊飞飞飞飞飞！哎，不对，我要去上层居住地方。你飞回去也是可以，那边有宝箱，后面两条路外面也是可以。感谢我们先把剧情过了吧，我要上楼梯。那个、哦，差一点。这什么来着？那个屋顶的那些尾端，你没有走到去。马卡拉呢？那个紫色的屋顶。哎，这个蜡烛不是那个吗？那个院下宫的。哦，在这。真好大哦！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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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作为一个合格的米哈游玩家，有必要合理的怀疑一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啊、这里没有。这个大门是什么？啊，这个角度不优。我想逛一下这边。这里就没有了。刚才那边刚才找那个。完了，我逛一下，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逛一下，迷路了。和尚，有两个比较阴间的，哎，就不大，之后再跟攻略就好了。大家不急好吗？我们攻略一堆在外面，除非我看不懂。莫娜的帽子。ここは図書館？苦心し探した我が宿敵よ。無意で軟弱な公女とはあなたのことかしら。お、バカバカしい。私に勝てると思っているの？先ほどあなたからにじみ出た恐怖と思い。お、等一下、那个艾米。私にははっきりと見えていたわよ。フィッシュルがもう一人いるぞ。あれってお前の影か？影？ええ、確かにそういう関係ね。負けを認めに来たのかしら？エミちゃん？エミちゃん？エミちゃん？あなた、そこの夜ガラスは。有了、刚刚他们都讲了。よろしい。私も長いこと待っていたの。オズという大書記官が、聖国の栄章を。ユーヤ浄土に持ち込んだと聞いたわ。恐縮です、お嬢様。なんであいつのことをお嬢様って呼ぶんだよ。ご覧の通り、あの方もお嬢様です。お嬢様である以上、私のご主人様でもあります。筋は通っておるな。ユーヤ浄土とは、一度入れば二度と戻れない場所。ここに来たということは、私の支配を受け、霊属するということ。哇，奴隶！这里，这是中二的斗争啊！斗谁比较中二吗？オズに至っては、
私を不快にさせる予言書を持ち込み、愚かな神家たちにその茶番を信じさせた。オズ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私のそばに来なさい。フィッシュルはオズと組まないと。お嬢様からそのように認めていただき、何統一至極です。何それではお言葉通り、何アズ、何オズどこへ行くの。向こうへ行っちゃいましたよ、フィッシュル。你这就是你。あなたが飼っていたカラスですよね。这就是你养的好乌鸦。这就是你养的好乌鸦。很拽吗你？很拽啊。今は私を非難し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オズ、何を惑わされているの？彼女の言葉を信じないで。ユーヤ浄土は自由と演劇の聖地でしょ。大間違いよ。ユーヤ浄土はそんな遊園地のような場所ではないわ。いい？ここは現実を直視できない人のための墓場なの。あなたはここに。莫娜带着枪旅行。そして、一瞬间就背叛了枪头。作り上げた枪头屋。想像上のオズと一緒に。枪头鸟。枪头屋。永遠に王城で暮らすの。我们幻想出来的奥兹。墓場。あなたが一番知っているはずよ。なぜ夕夜浄土に雨が降っているのか。え、这很凶哎，这个飞蟹。本物の歌声がない。很凶，很凶。我说某个地方很凶。あなたよ、全部あなたのせい。おかしいわね。つまり、あなたのせいでしょ。エミちゃん。エミちゃん。孩子讲エミちゃん的时候就好好听哦。エミちゃん。これほど壮大で虚構に満ちた王国を想像しておいて。結局は耐えられないのね。自分が想像したものに動揺して、いくら逃げようとも自分を変えられないなんて。あなたがここに溶け込めないから、私が降臨してその代わりを務めるの。夕夜浄土はもはや私のもの。あなたに指図する権利なんてないわ。私はエミちゃん。エミちゃん、あなたは軟弱な愚か者。この世界を支配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くないわ。出て行きなさい。おい、いい加減にしろ。見事に自分に罵倒されてるんですね。ずっとこの件で悩んでいたのでしょう。你很久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眼泪收回去。艾米，忽然间在搞笑。别哭啊，米酱。何ですか？その顔は。对啊，心想为什么中枪的是我？为什么中枪的是我？为什么中枪的是我？まさか負けを認め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よね。認めたくないけど、彼女の言う通りかもしれない。いや、
考えを整理するでござる。霸凌现场，白丝袜太诱惑，所以奥兹跑过去了吗？因为奥兹喜欢白丝袜。卡兹好。拙者は稲妻の。那又来了，暖男又来了，我来圈粉你们吧，我来。そしてここに我来统领这边的女性们。お主の呼びかけに応じてやってきたものでござる。自分の墓場を持つっていうのはなかなかクールな響きだな。でも残念ながら、ユーヤ浄土は終于修好电闸，快乐死了，可爱，哎呦，好可怜。へえ、友達ができたよね。でも、それで私に勝てるの？都是我的。等下这边要艾米要打艾米哦。恐怖と闇で。長年逃れられなかった。没有技能哦。私を前に。あなた。艾米的奥兹不能放出来，只能听 AA。違う。まだ。まだ負けてない。奥兹，你这个叛徒。私こそ真の勝者よ。絶対にあなたを後悔させてあげる。哇，这什么雷神打雷神的？这是什么？哦，试用哎，全部都是试用哎，看一下好了。哇，这个面板恶心。哦，天空之卷，好，吃中吃它。哇，比我的多一命呢，比我的多一命呢。哦，哎，这个人。懒。哦哟，绝弦呢？居然是绝弦！哎，等下为什么？为什么莫娜是五星武器啊？你不拿天空？四中士全部都是中士啊？为什么艾米是零兵，莫娜是三兵？啊，万叶嘞？五十七。万叶是……哎呦，哪只仓鼓啊？艾米，你如果破了，艾米，这不是你的秘境。三兵万叶，这个游戏啊，星燕嘞？星燕是带中剑的，说的话。中剑。不是，哎，带白影，带白影，带白影正常，正常，正常，带白影的话正常，都是四中士啊。星燕有三命，你连命中都没有。艾米，艾米中枪了，不要再开枪了。艾米为什么？哎呀妈，艾米为什么你没有命中？全部人都有命中，就你没有。你在试用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会发现到你用不到技能。是吗？艾米，我看一下。对的对的，你看那个右下角奥兹不见掉了，奥兹全部不见了嘛？哦，命中在奥兹身上，所以奥兹跑掉了，等命中就没了。对啊，然后就开枪了、啊，奥兹也开枪了，另外一个自己也开枪。对，这也太搞笑了吧？不能用技能，奥兹那个这边还给你雷史莱姆，艾米。去吧，艾米，去拯救你的幽夜国土。被抢到，被抢到这里。哎、欸，这是什么？艾米表示有场地。啊，迷宫来的，迷宫来的。确实哈，哦，这边是迷宫哦，完蛋。对，迷宫来的。完了。那些怪其实不用打的，只是小猪。他只是在捣乱我而已。对对对对对。丢人啊！直接废掉的艾米，艾米的本体是奥兹，结果奥兹就跑了，艾米直接没有用了。然后你再用艾米来蓄力看看，好像是没有继续，好像蓄力的时候也是没有雷之剑。有啦有啦，他的雷神之眼还在，神之眼不是奥兹的吗？神之眼是他的吗？这很太搞笑了，吉吉还行吗？还行呐、啊。啊，走了走了走了，太难了，全部都是四中四套。太搞笑，对啊，互相加，这种是四中四套不能叠加。对啊。哦哦哦哦嫁给万叶，这个是，这个是艾米的 PV 的音乐来的呢。哦，我现在听得出来。就是艾米的 PV 的音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艾米的那个 PV？ 艾米有自己的 PV 的哦，在 1.0 的时候，蛮好听的。我们喜欢艾米的那个 PV 音乐。
力が働いたようです。結果はおよ、私の知っているフィッシュルの大勝利ですね。大勝利ですね。还有这样子的。对啊，莫娜在安慰他，他不开枪了，他终于不开枪了。Like finally， 这里应该没有宝箱什么的吧？没有宝箱。可以跟他拍照吗？不能，他一走上去就出发了。哦。ありえない。あの悪夢のような図書館から抜け出せるなんて。下がりなさい。今もまだ私が負けると思ってるのかしら。他不就是个图书馆？他不就是个图书馆？是那个 PV 上说小艾米的，不是他艾米的那个技能介绍什么鬼的那一种啊？あなた、あなたは私のことを見下し。是有真的艾米跟对艾米自己的那个 PV 啊，四星的 PV。四星的 PV。確かにそのような日々を過ご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る。哦。だって。私は現実を直視できない。毎日夢ばかり見ている臆病な人間だったから。けど今わかった。この現況を目にした瞬間、睡掉了。あらゆるものを理解したわ。そこにある息を呑むような現像を見たかしら。不敢面对他自己。壮大で美しい。所以他才会产生第二个人格出来。それこそが。私の想像力であり、あなたは傲慢に見えるわ。秒都没了，还要命作何用？暗い。啊，可是他一命还是二命，不是有那个普攻会有那个跟随哦？那也是奥兹帮他的。哦，对对对。Oops。あなたは完全な公主じゃない。本体全部都是在奥兹身上。私の影に潜む独りよがりの塵のような存在。あなたこそ負け犬で足を引っ張っている張本人よ。哦，捡到枪了，莫娜的枪交给他。要开枪吗？何故故にトゲだらけ。要追自己。自己骂自己。自暴自棄でごまかそうとしている。莫娜说：“哎，我的小艾米长长大了。”私より会开自己的枪了。什么懦弱，然后赤峰，然后那个什么，总之全部。还给我。那，何？奥兹。我的王国。王者。我很晃。民。それと、私の最も大切な仲間。艾米也会晃的哟。他在吃东西呀。お嬢様がこれほど流暢に立派なお言葉を話されるとは。真の皇女へと成長されたのですね。あ、晃了。よくもそんなことが言えるわね。この裏切り者。对呀、啊，叛徒，把他煮来吃。我举双手双脚赞成，跟派某一起下锅开火 ，boom， 煮来吃。いえ、お嬢様。私がもう一人のお嬢様についたのは、皆様にあることを証明するためです。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的，是这样吗？ご存知の通り、私オズは断罪の皇女フィッシュルに付き従います。お二人ともフィッシュル様なのであれば、どちらに就こうと問題はないはずです。しかし私がもう一人のお嬢様についても、お嬢様は自身の身分を老老老板安南我都没留意晃不晃是正常的吗？你还没长大。他们角色全部都要熟悉啊，所以正常啊。私の身分。フィッシュルというのは何を意味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か？これはお嬢様への質問です。フィッシュルは人生の落語者であり、恐れを抱く臆病者よ。空想の先にある嘘にまみれた不完全な。自分に向き合えない人。いいえ、違います。フィッシュルは私。私。おお。理解が。天哪，没想到今天吉吉又出现了白黑。え、それだけ？その方が正しいのです。お嬢様。フィッシュルは断罪の皇女ですが、いつもそうであるとは限りません。時に勇敢で誇り高く、時に臆病で弱い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フィッシュルはまさに
あなた自身です。交不到太多朋友的冒险家腕利きの冒険者なのに好自恋剪刀枪好自全部人都在开枪ピ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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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ィッシュルとは臆病であって強き者、そして何よりフィッシュルは常に心の中で自制をし、何度も自分に負けてしまった。フィッシュルの名にふさわしい人物はお嬢様を除いて他にいません。追従する者がいようといまいと、エミちゃんこそがフィッシュルなのです。我が民に自由を与え、古き法則にとらわれぬように。雄夜浄土を作って私たちに居場所を与えてくれたこと、また潜在意識に従って聖国の栄章を書き残し、さあ殿下、暗闇を受け入れ元の姿に戻りましょう。什么鬼东西？叫力量人拿过来！你看艾米那个坏的艾米的那个眼神，叫哪里？哇！下本子ドレスのやつが消えたぞ！あれ、また現れた？どうやら影が元の場所、つまりフィッシュルの心に戻ったみたいですね。来たか、皆の者。おお、この感じ。我が進化たちよ、聞こえたかしら、私の呼びかけが。うむ、聞こえたでござるよ。你是一个唯一没有捡到枪的人。你这个人是不是特地要啊，要这个攻下这边所有的女生啊，所以你才这样的。你看就你捡到枪，万一永远都没有枪。奥兹的言う通り、今日は私が真の心を取り戻し、雄夜浄土へと再び君臨する偉大なる時、今をもって宣告する雄夜浄土へようこそ。めでたしめでたし。めでたしめでたし。めでたしめでたし。还好奇哦，めでたしめでたし。ある嵐のよう。おお、ピピ。少女は図書館の中で進むべき未来の道を見つけた。はい。少女は自身に言う。自らの夢の国を作ろう。石を拾って城と町を作る。山と海を開くのだ。そして同じ夢を持つ全ての魂にこう伝えた。全ての非現実的なものに誇りを持て。我らはその世界よりも上にある。なぜなら紺碧に輝く我らの国は小さくも近畿の楽土である。全部乌鸦在那边。那个音乐非常好美。对啊，万叶表示我不需要枪，你们可以捡我的枪啊。那你那你今日は本当に素敵な日だわ。自分を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真の皇女になれた。それに夕夜浄土が本当に現れるなんてね。とはいえ大丈夫、この弱さを抱えながらでも戦っていける。バティッシュル、外の劇場が完成したみたいだぜ、見に行かないか。パイモン殿、どうかお言葉にご注意くだ。おお、わかった。皇女殿下、よかったら見に行ってみないか。進化の身でありながら栄光ある偉大なこの皇女のこと、嘲笑ったのか。え？我觉得还好没有可力，不然就不是枪了，直接变炸弹，嘣！这个幽夜净土就没了。記念となる日。飞蟹直接黑化，整个幽夜净土就没了。哼，
お嬢様がおっしゃりたかった。いいから、フィッシュル語に逆翻訳しないでくれ。あ、よたもな、躲起来了。このような国でしたら、演劇もきっと面白いでしょうね。私が気になる謎も、もうすぐ解けそうです。あ、そうだ。オイラたち、待って。承知しました。一会儿见，要去打电话给温迪吗？多多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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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头你安安呐？もしもし。爱丽丝。是。我的。好神。金融野郎じゃないのか？そっか。私たち会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わね。草村。島の外にいる人と連絡したいんでしょ？でも今はまだダメ。だからあなたの通信を遮断させてもらったわ。え？あ、どれだだなな。人に聞くより。まずは自分で調べて答えを見つけた方がいいでしょ。深き夢を表す不思議な幻境は、我好好听哦，这声音。人間の心の本質を映し出すものなの。是本话里面的那个。自分の目で全て見極めてみなさい。物語が終わった時に、また感想を聞かせて。おい、今の誰なんだ？骑车挂听哦，谢谢。那多雷大大，骑车小心啊！おかしいぞ。なんで今の人？这么流利的萝莉音就很棒。連絡を遮断できたんだ。すげえ。ダメ。なんか怖く。我会保护你的。可是没有旅行者自己的故事。啊，我们终于完成第四章了。我们不去看剧了吗？这样的话，哇，好漂亮哦，这个耶，真的好漂亮。我们接下去吧，直接去莫娜那边。6点到12点，没关系啦。我看出来有东西要做吗？没有。西西目前没事吧？没事，目前就喉咙有点不舒服而已，喉咙痛。嗯，没什么事，还行。早上的柠檬水喝到现在还没喝完，一整锅，不是锅，整瓶，它不是瓶，反正一整锅，反正就是多过一瓶的感觉。哎呀，只中了会喝。希望西西家人没事，我也希望他们没事。我昨天，我礼拜一回来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了啦，嗯，我就没有跟他们什么接触。但是昨天接触比较多，可是我都站比较远啊，因为昨天要处理一下事情，然后就还是有接触一下啦。可是就是比较靠近的时候，我都闭嘴没有讲话了，就是尽量不要喷口水这样。こっちに集まってくれ。あ、終於没有那个醒来的环节。みんな目が覚めたでござるか。夕夜浄土への君臨を果たした後の夜明けは、実に胸がすくものね。お嬢様はすでに次の挑戦への準備を整えたと。オイラたちもぐっすり眠れたぜ。吃饱喝饱，一路就好。はい。では単刀直入に言いましょう。先ほど水浦の番で見たのですが。それに私の勘が間違っていなければ、え、我们要看那个老姑婆了吧？私と今回はモナか。これまでの元凶もモナは付き合ってくれたし、何も面白いものはないですよ。メギストス卿、恥ずかしいのでしょうか？いえ、そんな あまりにも貧相な元凶を見せてしまったら。偏見を抱かれるのではないか。不会啦，怎么会有偏见？先挂着哈，谢谢心奈，拜拜。しまっているでござるな。一般的に先生術師はとても超越した存在だと思われがちですが、そんな愚昧な期待、私はしていないわ。あたいもだ。
別に期待してないってわけじゃないけど、平常心を保てるものは元凶においても親しみ深さが垣間見える。そうだぞ。それにモナの元凶に行くのだってただの観光ってわけじゃないだろ。ほかにそうですか。過度な期待がなければ。レッツゴー出発。我们那个大肉丸真的是最没有用的 NPC。 、不要这样讲哦，因为大肉丸他是被包的那一个。被包的那个，被策划刀的那一个。哦，是哦。哎呦，又剧透了我们的 Kingfight。 他有一个技能，我们又被剧透了。出口を探しましょう。あれじゃないか。但又不是完全刀。木烂的没有攻略，真的哇水哇这么大哇！对，就是他的那个秘境。見たと做掉，切入了这一块。你可以崩掉他的嘴巴吗？在他要跟我讲宝箱的时候，再帮我打开他的嘴巴。旱鸭子。怖いのですか？いいでしょう。ならば私が先頭を行きます。始まった。泳ぎへの自信による自慢が始まったわ。お嬢様、言葉遣いにはご注意を。先に行っていますよ。お、跳进去。カトラな。中に飛び込んだぞ。用口吐出何？又口吐出哪尼？哇！壮观吧！なんとも壮観な建物でござる。哇！哇！あたいこんなの見たこともないぜ。おいモナ、あんたの元凶すごすぎだろ。雄也浄土には少し劣るけど。你也是捡到枪。メギスタスキャ。艾米，刚呼吸。おばばに叱られている授業とかじゃなくてよかった。面子算是保住了。これで面目は保たれました。天才先生術師の元凶はもちろん壮大なもので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からね。では早速少し探索してみましょう。都是水耶，到处都是水。嗯，很多水的莫纳。要放光的地方先拿掉水。有发光，有三角星。很漂亮哎、欸，我真的想要拍照。为什么秘境不能拍照？米哈要给我个解释。哦哦，箭头。好吧，你。哦哦哦，最后的时候回来这边吧。不是，全部都要用到。地下你有拿到的什么东西？可以放直接让里面有人投影。Oh no！收集各种头人的不同星空纹路 ，OK。Holy shit！ 注意观察环境，这样的信息投影。门那边有一个星座，哪一个星座是对应着你现在要解的那个谜？哦。然后你现在上，哦呦，这边是深水耶。你每一个上面也是，前面那边有一个三角形的那个也是哪？好莫那哦，这个秘境。啊，我卡住的哦。哎，我刚刚看到有箭头的，玩了一下就不进。哦，在这边。然后第一个门先要去那个，十字架的，对，这个首先。按交，你按上第一个上面的位是这个吧？不是，就是下面的。哦，这是下面，上面是这个吧？上面是这个，对。然后下的是那个才是中间那个。这个。对。啊！哇！前两天就是要玩水，确实。哇，感觉这个要看到宝箱就更难，因为看不到。先不用解宝箱，这个先。先过剧情再说。对。哦，吓到我！哇，好漂亮啊！这个就跟着上面这一个的那个标记去一
引导这些。嗯。所以这个是在这边。这个。你可以转动那个东西的。然后。旁边这个是旁边，知道吗？哦，哦，要打他啊！对，要打他才出光。都打打看好了。欸，怎么会是这首歌？这首不是雪山的歌吗？这个要往下，这个要往下。欸，是吗？对，这个要往下。不对。欸，不对，它不能往下。欸，对，它不能往下。往下是在你的前面正前方那个。哦，它要往上，这个要往上。然后这个要，然后另外一边要拉到，拉，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刚才你刚才对了，对吗？这样啊，我这里有星哦，哪里？星？跟着星星走，哦，哪里？这里。哇，好漂亮啊！吃多一点维他命 C 哟，一直在吃了。这星星走，然后他带你去哪里？有本事去。他接近水面的这个星星。漂亮哦，这个星星，这个 2.8 真的做的还不错哎。哇，星星确诊是吗？是的，是的，星星确诊，他在直播，没有，纯粹就是想要过活动而已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大家不用怕过劳什么的。欸，我不能冲。先生術とは私にとって誇りでした。跟着那星星走吧，你听他讲话。私の声、これはまさか。为什么星夜没有这一种桥段呢、啊？全部人都有，就觉得，就只有星夜没有。哇哇哇哇哇！因为星夜的是愿望，不是他自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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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晕啊！失踪した息子はいつ戻ってくるんだ。あの人は私を愛しているの？爱不爱我？哎，猎人吗？病気は治るだろうか。我能康复吗？人家占找他占卜的。哦哦哦！哎哎哎哎！哎哎！找敬业不是啦，不是敬业，我只是。只是想要那个，只是想要过把自己过剧情的这个东西记录起来而已。所以现在说必须隔离三天罢了，没有吧？我今天确诊嘛，他好像他让我隔离到那二号。一个礼拜啊，还是一个礼拜啊？去洗澡，这其实你至少也要隔离到你没有那个红线为止。哎，越来越窄了，被架扁吧？哦，没有，吓死我！这是莫娜的苦恼。彼らの失望した表情は私へと突き刺さる鋭利な刃となりました。哦，予想はしていましたが、やはり悲しくもあり、それはまるで奈落の底へと落ちていくかのようでした。超过三十个，超过三十个就会雄心。这什么蝌蚪？是星星来的。白色的蝌蚪。
这是星海，星海哦，这是星海，对，确实那个地上很漂亮。哦，飞机大战，对，要躲伤害的。然后你的那个主机是要，突然，哎，我找不到，好漂亮，好吃，哎，喇叭。少讲话，多休息。谢谢大老爸，谢谢老爸，感谢欧美呐，可怜猪猪。そう慰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とても恥ずかしいので。很漂亮呢，那边。没事的，没事的，我已经比平常讲很少话了。こういう時は。我只是稍微有点喉咙痛，我明天应该就咳嗽了。そうだ。ハグでも押してやろうか。你喜欢拥抱吗？低迷していた頃があったなんて。哇！本当に意外だわ。所以你现在是在把莫娜刚刚呛你的东西，先把拿着枪对着他射就对了，是吧 ？OK， 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友谊了。嗯。他社に誤解を抱かれる生活は。きっと大変だったであろう。心を晴らすことができ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でござるな。知悉现实御姐音。実は。こういうことに耐えられず、しぶしぶ先生術を諦める人もいるんです。でも私は天才ですから、他の人ができないことだってできます。こんな壮大で綺麗な場所で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と、なんか余計に迫力があるな。うんうん、いいですね。もっと褒めてください。すごい。その。水を差すようで申し訳ないのですが、どうやらあそこに扉がある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では、ここ一帯の問題を解決した後、使劲的夸我。機会を与えましょう。使劲的夸我，使劲。这里很漂亮，我好想拍照哦，为什么不行拍照呢？好漂亮哦，这边。你看这么漂亮，为什么不行拍照啦？风景，金须弥也是有这个景象。不行了，我要那个，我一定要 screenshot 起来，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须弥也是有一个地方也是。哎，真的很漂亮呢，这边。荧幕截图，对啊，大家帮我截一截图哦。卡青截图。咯叽咯叽，这些全部是蓝眼泪，蓝眼泪，对，很漂亮。好，走吧。这是出戏的，鸡鸡更漂亮，怎么可以拿我跟风景比啊？出来了。对，然后出来了，这边不用打怪，就是去拿。周りの様子が変わった。也不用距离那些方向。拙者たちが出発する前の浜。どうやら。モンドの産地のようですね。でも周りは変わらず果てしない海のままだわ。先ほどのように入れる池があたりにあるはずです。こっちだ。很梵高的作品，确实。因为现在进不到秘境嘛，只有有一个东西停着了。おや、直接入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ですね。水面に何？これって絵か？それとも？とある地点を指して。私に
皆をそこへ導か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ね。どうしてあなたが先頭を。未明还有是从那个梵高的作品想出来的吧。とりあえず当然。应该是真的很像梵高的作品。山的旁边吧，啊，都指的方向给我。那些怪不用理他。所以我在哪里啊？我还是在那个岛上啊。对，还是在岛上，在岛。它只是那个岛产生的变化而已吧。就在那个球球人在挖东西的地方。哦。挖什么挖、啊？交给我。对，然后跑回秘境。Sayonara 大家。Sayonara， 我还是有动脑袋的。把风景比不上星星。好，又回来了。这个第二扇门。秘，哎呦，莫奈怎么可以卡在自己的秘境里面？第二扇门是乌鸦的，乌鸦的图片。哎，是吗？对对对，是乌鸦图片。这个这个这个，就是顺着下去而已吧。哎，等一下，我看不到。哎，不是不是不是，另外一个不是这个乌鸦的。是吗？不要放钱，不要放钱，取出取出。在隔壁，一个这扇门的隔壁，在隔壁。这个、啊。就是这个有树的地方。下方是这个，对，下方是这个，上方是那个，哦，莫娜笨，怎么可以说我们的莫娜天才占星术之笨呢？好，又来到了这里，然后这里是没有的看天空吧。但是你走前面点，走前面墙壁上有一个星星，在柱子那边的。你后面墙壁上有一个星星，黄色的，在后面墙在柱子上面。对，这一颗你按出发，然后你看它去哪里。他会指引你那个星座在哪里，那你往上看，然后那个缝隙就是你要看的那个星座，你要解的那个谜，三角形来的。啊，就一个三角形。哦哦，看到了。对，你要找角度。第一个在哪里啊？第一个在这边吧。哦，下去，啊，下去，你这个要下去，转，下去啊，然后嘞，下去，上去，中间是一个再来。不要睡觉。等下，我先把这些弄好了，先打出来好了。是这个在吗？不是。可以带过吗？可以。这样。然后呢？可以画出来哦。对啊，画出来比较好。没关系啊。上去，折返下来。上去。折返下来，错了，哎、欸，不对，我所以这是对的，不是，哎、欸，不对，哦，这应该反过来，对，应该反过去，反过去这边，都反过去，反上去一个 V， 这个下去，然后个 V， 然后再接回去。
它是一个 Z 来的。等一下，这去哪里啊？等一下，我有点乱了。先下来。好，等一下啊、哦，下来，上去，上去，哦，这回去。对对对，你转错了，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你后面，你后面，你后面还有一粒。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嘞？哦，这边还有一个。你刚才那粒转错了。哦，妈妈 ，fucking 妈妈咪呀！那公差小啦。对，这个打直，这个打直。哦。然后你对这一粒打下去，对了。然后那边最左边最上面的那一个最上面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对，这一粒。哦，这个中间这个，怪不得我奇怪为什么中间这个刚刚会自己亮。再转。怪不得奇怪为什么中间这个一开始打的时候会自己亮。我是小花男。然后再跟星星走。还看着那个星星。走啊！你跟仙庭一样笨是吗？我知道你要跳进去那个水里面了。进去吧，很漂亮啊，这边是真的很漂亮。喂。来了来了，直接来这边了耶。先生術は真実を顕現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誰もが自分の運命を受け入れられ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すが、構いません。壁に当たることも先生術の修行の一環です。彼らを説得するには、私が強くなるほかないのでしょう。山で知らない冒険者に会いました。哦，这是隐形的。隐形的迷宫哦，果実を取りに来た人で、私にも分けてくれました。真的耶，这是隐形的迷宫，它有墙壁的耶。它是真的有墙壁的耶，你乱走你就完蛋嘞。結果は、真的是要玩那个蛋，它真的是有墙壁的，你看。对，跟着星星走就好了。2年も経たずして命を失ってしまう。What the hell is this？ 忠告しました。你直走，你直走。彼は黙っていました。意外なことに彼が私の占いを疑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とても困っている様子でした。それでも前に進ま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冒険者が困難を恐れてはならないんだ。そう言って彼は再び登山用リュックを背負い山頂を目指したのです。我都没在听他讲什么鬼。我就是跟丢了，那你哦哇，哎呀。很漂亮呢，这个秘境真的很漂亮，大家啊，掉下去怎么样？会死吧，掉下去。掉下去，你要重新来过的。啊哈哈哈哈哈。心心心心心心好，他约了怎么更丢了？身体还好吗？还行还行，就是喉咙有点痛了，明天应该会更严重一点了。嗯。我喝了点水吧。嗯，多喝热水，又出来了。谢谢谢谢芋头泥，待会喝水水呢。我柠檬水快喝完了 ，Like finally 喝了一整天了。モナ、その冒険者は本当に死んじまったのか？私は彼に一度しか会っていません。那你谢谢这哇这几个谢谢初见、五个送定，谢谢谢谢初见，初见不是要开台了吗？感谢初见老板大气呢。でもその人がまだ生きていて、お前の勘違いだったって可能性はないのか？悪いことになると全否定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いいことになると信じて疑わない。そんなのは占いではなく、ただの自己満足と言った方が正しいでしょう。自我安慰。日々の娯楽であればいいのですが、私が学んでいるのは。
确实没有谎言的学问。星球天西西修坦没有看到，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反正下次不揪就是了。没关系啦，反正下次不揪就不会怎样的嘛，没关系嘛，嗯，没有怎样的嘛，对，下次就不揪了嘛，对。哎呀，西西怎么突然中奖了？西西去上班了呀，西西在外面有上班了。结果上班第一天就有同事确诊来上班，就中招了，哈哈哈哈哈哈！真的，这个人生太精彩了，真的是。人家是做五天休两天啊，我是做一天休八天那样，是不是很牛逼？残酷だが真実でもある。運命とは。对，上班第一天直接中奖，不该上班的大家，我不该上班的。所以是同事中还是西西中？同事中弄到西西中，这样有种吧？同事中，然后西西也一起中奖，这样双倍双黄蛋。普段ならこんなことは言いません。对啊，直接享受假期。直接不用工作。私たちが研究しているのは清少であって。嗯，没有啊，没有拿 annual leave， 公司直接给那个 quarantine leave。真実を検証し。嗯，就。好彩是有带薪的啦，要不然动作第一天，就要把自己的那个请假给用光光，超级加倍，双蛋黄，你上班就中了，真的，第一天上班就中了。难道你的赛诺要去双金认证？不该上班的大家，我错了，我不该上班的，我该老老实实在家里面直播的。先生術師は嫌われやすい職業だと言ったのです。偉大さと嫌われやすさは本来全く両立しないもののはずなのに、なぜそうも騒ぎ立てる？あなたはそれほどまでに交友に値しない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はずよ。お嬢様は、あ、我终于喝完那柠檬水了。とても嬉し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骗病假？哪有？那有骗病假？这种就是那也不算是病假，是隔离假期。因为我没有去看医生，病假就没办法请。オズ、あなたどういうこと？假传我的旨意。ますます私の趣旨を曲解するのが好きになってきたよね。啊，我昨天是 negative 的，然后今天早上醒来就 positive 了。嗯，就两条线，一条线是。实线嘛，就 T 那个是实线，然后 C 那边是模糊的一条虚线的。七七的阳寿极致，你确定不是阳寿已尽吗？因为这个绝路难度有大病啊！反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错误，不该工作了，大家，我该好好在家里面直播的。私も別に見識が広いわけじゃないから。先生術師はあんたく人の秘密を軽々しく詮索したり気に入らない結果を適当に捨てたりする人こそ反省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う運命はそんなに安っぽいもんじゃねえだろうしな英国好平常真的英国好平常肖公有帮你特陪跑对呀肖公有帮你特陪跑算是一个很强的陪跑的吧，不过隔壁有个心愿，隔壁有个心愿。今天讲，你只看到班尼特吗？还有我哦。Rock 大姐，そんなに私のことを心配せずとも大丈夫です。终于什么这么好，终于可以抽班尼特了，恭喜你呢！我看不懂为什么要回血，你一击重击会回血，你导致先输哦，一击重击回血。ありがとう、聞こえないわ。もっと大きな声で。聞こえないわ。私にあなたの数形と祝福を献上なさい。まあまあ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ない。五十五等没有班尼特，刚好你都抽卡的时候都跳过班尼特的卡池吧。回収し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あれがないと、あたいたち元凶に入れないだろう。回半旋是什么东西？在讲什么啊，小佩？在讲什么呢？你是说新的活动吗？仕方ないわね。私は浜辺に行くとすれば。哦，绝路难度那个终结会回旋至少百万级，哦，真的。行くぞ、モナ。会直接回一半的，你不够输出的话，你直接打不过那个最后一个关的。
那个新的活动，那个老爷的。我们这个暖男的笑容，我们初见也要学一下。你是怎么了？你吓到我，尿都要尿出来了。八爆八爆，一般五十秒打两个。对，要打两个，然后那两个会回血，打到半血啊会回血。初恋是暖女，直接回一半血哦。你不够输出的话，直接过不到。牛逼！我的朋友小号就是过不到啊。他应该剧情没有很长吧？啊，对，剧情没有很长，这个就是打活动而已。再见啦，你们这些懦弱的 QQ 人。QQ 人，你们这些坎瑞亚的子民。然后这个的门是那个刚才有讲的那个乌鸦门。またここに戻ってきた。这真的很漂亮。其实我都没有认真看木兰，因为木兰的感觉解谜要蛮集中精神的。这之后还可以进回来的吧？还可以进回来，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宝箱，有16个。嗯？啊，因为你要拿走，你要取出别的门的那个。哦，那个刚刚放下去的那个门的。对对对，好像不是乌鸦的门，是那个十字架的。乌鸦是。可是我没有他的头哎、欸。你要再。对，我没有这个头。看一下哦，还有一个，看一下哦，我先放一个。哎、欸，这是放哪里？等一下。乌鸦的都是钱，因为乌鸦的是最后的。你去那个前面那个十字架。这个、啊、是很复杂的这个。啊，等一下、哦，上面是。上面是、这个、第二个。哎，这是上还是下？哦，完了要下，上。哎，等一下，感谢叨叨老板正订阅给二师兄，谢谢老板大吉呢。上是第一个，然后下是第三个。下是对，第二个，对。然后这边的解谜会比较吃你时间呢、啊，会解的话就可喜可贺。没关系，因为它是镜子的方向。Holy fuck！ 上面没有，在你旁边，左。不要找那个星星吗？旁边啊，对，这个门这边的门是一个你把它想象成镜子来的。这个门是镜子，然后你要解的谜是反方向的。哦，反方向。哎，去哪？然后有一个点是要被互接的，就是有两个箭头是互接，对，互接的。哦，互接，我听见互接，为你骂出口。它是一个一个图片是叫什么？一个人在跑步，然后那个人的头是没有头的。拜拜拜拜，哟卡哇伊哟拜拜，吃饱喝饱一路走好。一二三角形。在动哪里呀、啊？这个点。嗯？这样吗？我只能傻笑。那你走嘞？你的门进来的时候就是他的脚来的。对啊，所以这个我最靠近我的这一边就是这边嘛。你讲镜子的话就是这样啊，不是吗？对，但是他镜子了，然后他还有转角度的。
哦，这讲吗？我怎么想说明明就没有这个图案这边？你进来的时候就是很难讲。嗨，哎，一二三，你说镜子反过来，所以是这里吗？哎，对，哎，不对，哎，算是。那边那个脚在下面嘛，然后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了，只是你要连接吧。三桥。Trees more。对，这个是他的脚。好，太阳爷爷，拜拜！又是准备放工的一天，依旧是西西有西西的陪伴。明天应该就不会有了，明天就应该不会有了。一二，这样看吧，一二三。你截图下来，或者你拿纸张画出来可以，如导游去拿。的确挺麻烦的，有点记不太住。一二三，没有纸张，没有纸张。哎、欸，有，我有纸张。所以你说面对我现在面对的地方是他的脚啊？对，就是那个你站着的那个镜子，就是你刚才进来，就是我刚刚进来的地方。然后我要反过来，就是左右反过来。就是刚刚好，就是真正你站着的地方。然后你刚才点的那个就是他的脚。然后嘞，然后我点的时候要反过来。不必。啊，你刚才又说像镜子一样反过来，什么意思？那其实是对立的。只不过这不用想成那镜子这样子吧。哈，是嘞，公差小。你想啊，我拍一个给你。是嘞，公差小。请讲人话，谢谢。嗯，这好像一个人在跑步的感觉。对，很像一个人在跑步。啊！かえって人々の誤解を招く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对，你现在这个放置的地方是那个脚。嗯嗯。对，你现在这连着细胞的，下面是一个在。这个是年终结，找不到箭头，然后这个去旁边，去上面，快给我转！这个就要互联，对。跟着星星走吧。哦，这个就是那个乌鸦脚下面的那个。你、欸、去哪里啊？你绕个圈圈干嘛？干嘛？哎、欸，去哪里？啊，去做芋头糕啊！你们要对芋头做什么？好吃啊，芋头糕。咦，我不吃芋头，还好我不吃芋头。芋头你那个 safe。我看了直播标题，听说西西。阳性吗？还好吗？对呀，还行，目前是喉咙痛而已。也就是说，今天不能大喊大叫了。对，没有大喊大叫。那就好了。那个星星是停在现在你站这里，不行了。然后你要开第二个门。哦。待ってるみたいだ。何があってるみたいだ。Let's go。没有，你就进去那个门。哦，你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星星。哦，他要等那个星星出来。对，他要等星星一起。哦。我走错路了 ，sorry， 我以为只走就好了。想说我去哪里？哇！然后这里，你不要往
上看见。我觉得好漂亮哦！前面有一个装置，你先移动。现在你感慨好漂亮，等下你就会感慨好阴间，不是吗？对，移动这装置。哦哇！照着这个图来做。小，这个很容易而已。你先问脸上，这个是最容易的。再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脚是在我这边吧？哎，不对。脚是在前面，哎，上面那个是花，然后下面是那个脚。面对前面，面对旁边。我们来猜猜，西西到第几个会崩溃？他挤到第几个？你觉得会崩溃？因为这个先挤的剧情啊，因为后面那个才。哦，后面还有很多是吧？对，后面还有。我看一下啊。我觉得他旁边的也许挤到第二或者第三个就会开始崩溃。对对对，你后面还有一只比较长的。哦，看到，我想说，少一只。有一说一，我也在干这一个，只不过我在干外面的地图。哎，外面地图就已经干完了，小朋友小号也是干完了。没办法吗？前几天都在温习吗？没时间干，现在，看来都看完了，就上来干一下了。再转，这个应该好漂亮，但又好烦，真的很漂亮。为什么他是用这个背景音乐？为什么他没有自己的背景音乐？我对莫娜打抱不平。因为这个，等一下有一个故事就是会讲到雪山呢，雪山的。哦，怪不得，又是剧透了。错边，啊，错边，这个错边，这样。算在剧情里面的是まさかここにも星があるなんて。要转圈圈上去吗？もしかしてさっきのはこいつを待ってたのか？没有要转上去啊？没有，转上去是过后再解。我好想要转上去。漂亮的代价就是麻烦。没有错，女人看起来很漂亮，你不知道他们后面做了什么鬼东西来。保养啊，化妆啊，对呀、啊。啊，就是那个化妆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面具啊。面具，这样子讲话的吗？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啊，也是一样啊。然后你脱下来的面具不是啊，就是你自己本身啊，对不对？两个一起下去，嗨！咦？怎么会这样子的？就跟着那个门。刚刚说什么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水本来是有水，然后现在然后就变没水了。对。你反而会继续单身呢？好晃、这个，很凶。这个房间是莫娜的房间。没错。很凶，很凶，莫娜，不要那么近。またモンドの家屋でござるか？这是莫娜，这是那个房间里面是吧？对，他的莫娜是自己的真正房间，他的家。这就是那时候我们帮他找到那个家，要收房租的那个家。对，房租。他没有钱的原因，等一下会讲。おや、これはまた意外ですね。メギストス卿はかなり質素な生活を送ってきたと聞いていましたが、原来里面这样大的。この邸宅は。不大哦。床に置かれた本にラベルが貼ってあるぞ。物品。啊。个十百千万十万。个十百千万十万。哎呀，莫娜，你嫁给我吧，我莫拉多的是。你要买多少本？こっちにも見るからに高そうな情勢本がたくさんあるぜ。これが部屋の失礼も実によくできている。決して安くはないでござる。モナ資産很多。私は時折手元に現金がないだけで、本当に貧乏という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よ。不带现金了。そうだったの？あなたにご飯をおごったり、私は带你去我家吃饭。你想想，莫娜只是偶尔没有现金，但钟离永远都没有现金。有过现金。有神经，他有神经性的时候就有现金，他没神经性啊，现在，工资就是他钱包了。自己想想，
あ、没有。他神经性还没有降下去的时候，他已经让兄弟们买单了。啊，そうでした。お母さまの作ってくださったシチューとコールドカット、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二兄弟单身吗？あれ？二兄弟几岁啊？ 二兄不会打你吧？你讲出来的话。我家很大，你要来吗？我家有猫咪，你要来吗？家的猫会后空翻，你要来吗？瞬间变奇怪了。 二兄单身，二兄安身哦。哎，这是重点吗？二兄最近什么鬼东西？我家的猫会跳火圈，你要来吗？それよりも。 今は木下の謎を解決した方がい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あよ。実は部屋に入ってから、あの。ああ、そうでしたね。そうでしたね。先走一段じゃね。おお。他的莫娜的客厅。好，我们来参观莫娜的家啦。好梦的。有沙拉。 这是门哦，哦，这里就是那个门进来这边这样，这是玄关，哎，挺大的耶，我以为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小房间，就是一进去就是床这样子，哦，结果还有客厅的喂，莫娜，卡巴，有那卡巴格出去这个莫娜房间，我好像有看过，那可以坐下。 不小心按到触碰那个，按了就进去了。放心，这个人命进还可以进来的，这个房间呢可以进，再进来的。这个触碰嘞，这边也有触碰哎，这么远都可以触碰的。啊，对啊，你试试看吧。哦，这个可以爬。然后就带你进去另外一个世界。他一本书99万，可以算一下还有几本书。 好烂哦！我记得有人算过，好像总共140几本，然后莫娜的总资产好像有3亿多。莫娜，我养不起你，对不起。芋头洗干净了吗？洗干净芋头要拿来吃的吗？要剥皮，要剥皮。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就是就听莫娜讲话，自言自语。先生術師は最も奥深き聖書を見抜くことができる。不被允许傲慢，可是你也蛮傲慢的。莫娜は許されない。もしもこの学問によって自身が何でもできる強大な存在だと思ってしまえば、逆に不思議に生きていることになる。昔の私は、なんて盲目だったのでしょう。 宇宙にあるすべての運命を理解した気になっていたなんて、あるいは迷うべきじゃないよ。お前が迷ってしまえば、たとえ占星術でもお前を救えはしないのだから、おばばはそう言っていました。私たち占星術師は自らの命運を図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す。しかし今日、この言葉が別の意味を持ち始め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す。 所以说，莫娜的师傅什么时候出来？对啊，我以为在这个秘境里面可以看到他那个欧巴巴。哇，这边好像是那个炎夏宫哎。我要看到欧巴巴跟爱丽丝。哎呦喂喂喂喂，吓死人咩！哎，他的秘境真的太强了。哎，去哪里了？ 吓死人！我找不到他。我都没有认真在听他讲话了，都在跟着那个星星怕走错路。
変えることも逆らうこともできない。だからこそ運命は運命なのです。運命は運命なのです。これが運命。おお、如果走旁边呢？你走旁边你就拜拜了。真的拜拜会从哪里开始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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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喉咙啊。Let it go. 物事の進行する規則を知り、天地の秘密を除く。傍観だけで十分。何かを変え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おお、え、え、え。この世には完璧な伝説も。すべてのものを救えるヒーローもいません。他讲完了。私がすべきことは、我要做。哎、欸，好漂亮哦，真的，真的好漂亮。自らの運命を掴むこと。真的好漂亮，截图咔嚓。嗨。哦。啊，莫娜，为什么你不会被摔死？好漂亮哦，变漂亮了耶！なんて輝かしい景色。梵高的作品。さすがは天才先生術師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しょうか、メギストス教。ユーヤ浄土の勇士以来。哦，真的好大。あなたは最も優秀な大魔導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ユーヤ浄土の歴史はそれほど長くないのでは。星は宝石のごとく。月は真珠のこと。すっごく綺麗だぜ。こんな元凶を持ってるなんて、モナの心にはきっと果てしなく広い星の海があるんだろうな。不要是拍一下会死。これこそきっと私たちが望んでいるものなんだと思います。この星空はとても美しい。それどころか私が普段占いで見る景象よりも華やかです。この中のすべての星が正しい位置にある。これは間違いなく私の元凶であり、ここでのみこのような期間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期間？知っていますか？テイワットの星空はまるでこの世のすべての答えを隠しているかのように霊妙なものなんですよ。失踪した息子はいつ戻ってくるんだ。あの人は私を愛しているの？病気は治るのだろうか？どのようなことであろうと、すべてあなたの星屑の奇跡に記録される。しかし、世界中の人々のうち、かなりの割合の方が軌道からそれてしまうのです。好的，子兄，拜拜，加油，加油。あなたを表す星が軌道上にあれば、それはあなたが健康や幸福。逆に、あなたの星が軌道からそれていたら、すべてが良くない方に傾くということ。ですので、占いの結果にある星空は決してこのような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星たちは時に迷子になり、時に堕落する。私は皆さんが幸福を得られることを、そして全ての方が軌道上にいられ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そのために私はアドバイスをして真実を伝えるのです。これらが無駄なのは知っています。人の運命は夜空に権限する。私もただその中。それでも先生術以外に真実の言葉を示すこと以外において、私はまだ非現実的な幻想を抱いているのです。人はいつも真実の道の上を生き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しかし身の程知らずだとしても、それでも私は奇跡を期待して、この広大な星の海には、星と星は一体どれほどの偶然があれば巡り合えるのでしょう。でもテイワットの星空には常にあなたと私の居場所があります。たとえ先生術が絶対的な理性だ。为什么我感觉莫娜讲的东西其实蛮深奥的，可是我觉得莫娜讲出来的话比菲雪讲出来的话还要容易懂。菲雪太中二了。
完全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鬼。他是讲的是白话。私の星の中に何が隠されているのか分かった気がします。今から私は自分で自分の運命をつかみます。就是我他妈的，刚刚有陌生人加入我世界，我切出去看攻略没看到，然后这里突然看见一个万箭步在自己面前，差点吓尿。就是那星星，然后抓着那星星，差点吓尿，真的，我靠！对，你前方有一个星星有在飞着。我前方好多星星啊，喂！没有，你有看这？哦，看到了，看到了。它有一个尾巴的，对对对，它在飞着的。抓住命运，就你是命运吗？对，抓住就是。白话文，对啊。你错过了躺在我怀里的机会，哪迪？出来了，我们抓住了莫娜的命运。水晶でできた透明な小鳥、綺麗で儚く、心を動かす歌を歌う。しかし、凡人たちにはそれが見えず、自慢だと思った。この世に透明な鳥などいるはずがない。歌など歌えるものか。鳥はそれを聞くと、翼をはためかせた。海と山を越え、夜空にたどり着き、星となった。その輝きは、すべての人を照らせるほど、眩しかった。鳥は自身のことが見えるものに、光に従って夜を越え、星をたどって海を渡ることを許した。英知に生まれ、愚昧にとらわれる。鳥は一度も不満を言わなかった。それが自身の運命だから。そして人々に運命を見せるよう導くことこそ鳥の意義なのだ。ここに戻ってきたってことはもう完全に元気。おかしいですね。私の元凶にはファデュや装置の手がかり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まさかそれとも私たちに関係するこれらの元凶は、つまりこれらの元凶は謎を解決する手がかり。誰かが何かをやってこれらの元凶が誕生した。言い換えればこれらの元凶は純粋なる自我の、はあ、皆の者、初めて島に上陸したあの日、拙者は旅人と共に拙者たちと交渉した研究員が言うには、あの装置は彼らファデューによる発明。 あそうそう、あの帽子。もしかすると精神の乱れと元凶の創造は装置によって、そしてそれらすべてはあの破損した装置と関係がある。あ、確かに夢と幻覚は区別がつきにくいものです。私たちと彼らに違う点があるから受けた影響の結果も違う。いかにも、ここ数日の観察からして拙者たちとは、うん、あ、意志の固い人は狂気に陥ることがないから、ただ元凶。つまりオイラたちは今すぐ、レッツゴーレッツゴーレッツゴー。お嬢様はむやみに未知の装置、うん、私の予想が正しければ、よし、レッツゴー、バ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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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还有啊，好，还要继续哦。啊，对，还要继续。那你要调时间。好，你按任务键，然后你调时间。哒哒溜，哒哒溜。小心，等下你洗澡的后面有个淘淘、Q Q 或者雪狼。那你。然后啊，没有没有，你先在开任务表演。目标，然后啊，对，接到那个人，你离结束不远了，真的吗？好耶！这个的结束，算是容易的，跟着那个指点走就行。睡着了吗？啊，あいつって、这里很多。初日にオイラたちが会ったやつじゃないか？俺たちは永遠に目覚めない。
疯了。宝？宝って何のことだ？奇跡を想像する機械に。どうやら宝とはあの装置のことを指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ね。酔いつぶれているよね。哦，他醉了，为他疯了。このお酒の匂い、お嬢様。你别拍啊！你别拍，全部都飞走啊！等一下。啊、私にもお願いします。もちろんでございます。奥兹说：“我是什么？仆人。”他醉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みなのもの。”嗯。近くを見てきたな。ほとんどはいなかったで。扒他。妙ではござらぬか。ファデュイは組織であるのに、ここにはこのものしか残っていない。それに、この前のふくよかのその理由は。目の前にいる。でも酔いつぶれ懲罰の聖戦を下ろさん。おお、電他電他、把電醒。お嬢様は水をかけてはどうか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おちえ、我以为你要电死他。いいな、それ。我以为你要用奥兹，奥兹发射雷波，什么雷弹？没有什么事做。最好喝醉，你泼个水，他就会醒的、啊。最好是这样。你简直就差三个岛弄一个小堆机关再跑回去对话吧，这么牛逼！啊！啊！無理やり無人島へ来させ。哦。被排挤了呢。だから。なんで泣いて。俺と。俺が発明したたか。俺の発愚か。ダメだ。あ、はいはい。精神がぐちゃ。初日に会った時はこのような。レポート？それはどこにあるの？怒鳴らないでくれ。怒鳴らないでくれ。给浩讲话吗？あまりいじめちゃダメだぞ。だったら私がやりましょう。剪刀枪，快点，全部人一人开一枪就够了。親愛なる殿方、私を見てください。おいおい、拙者が参ろう。失礼。ん？巴醒他吗？过肩摔？过肩摔？这么突然的吗？突然就来个过肩摔吗？这其实不是过肩摔。这是风元楼，风元流物理疗法。頭の模様が生えてきた。それをどこに置いたか。レポート、レポート。よし、よ結局はカズハがお仕置きしたけど、すごくためらってた。这心地善良。探し物は近く。石头缝。七六啊，真的好长啊。这有个猪猪。紫色的啾啾，石头缝，比澡水方便，确实，确实。你要做盗宝团的吗，飞蟹儿？是，你想想，莫那那么大一个水神之眼就在你旁边呢。問題を解く鍵を見つけましたね。Excuse me？莫那，你的神之眼是摆设吗？我他说我只是会占星术，我不会找水源。感知機体と呼ばれる装置は、レポートによると、你的水神之眼直接搞点水出来。ペルシーコフはどうしてもこの装置を実戦に投入したかった。往他脸上泼不就行了？彼は人脈を駆使して人手を集め。装置全体をよくこの島を見つけたな。ペルシーコフは独断専行で、ここで実験をどうやら。彼らは本当装置の原理はそれはおそらく極秘なのでしょう。レポートには書いてありません。つまりその神の権能はこれらの玄武と関係のあるもの。そしてうむ、でなければ彼らに神の権能を真似るな。とにかくペルシーコフの実験か技術の未熟なファデュイ兵士によって装置をめちゃくちゃにされ、最も重要な昇格まで発修理がいかに重ペルシーコフはマッドサイエンティストですが、自分の部下が不幸に見舞われるのを見て切羽詰まった彼は一人で昇格を探しに、その後ペ島に上陸したあの日、拙者たちが会った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ペルシーコフは力を尽くしですが、こうそういえば前にあたいたちがここに来た時誰もいなかった。そういうことでしょう。良い知らせは
ペルシーコフは狂気に陥った兵士から断片。悪い知らせは、ペルシーコフは彼らの目を覚ま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その後となると、これはまた私とシンクたちに。レポートに地図が書いてある。 Let's go, let's go。 他に方法は。 Let's go, let's go。 加油啊，雪狼都已经标好给我了。 Let's go, let's go, let's, let's, let's go。 哇，啊，你说的很巧。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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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什么鬼东西？向左转，向右转，什么东西？啥东西？嗯？怎么还有？我能哭吗？哭啊！这是什么鬼？啥鬼呀？这个后面什么提示的？寻找遗失的金盒，就这个了吧，大哥。中间那个东西吧。什么鬼？这到底是什么鬼啊？向左转、向右转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嗯，不能转了，转太多不可以转了，什么东西？你不怕啦，有攻略嘛，你做两次之后就会习惯的了。这什么鬼啊？有没有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鬼东西？给他看你的图纸哦，还有那个图纸啊，要修蛋的喂。这个，我在中间这个岛，什么摩斯密码？短长长，短是左吗？长是右吗？那怎么办？我转了，哦哦，短是右，长是左，那怎么办？我转了这么多次，哎。完蛋了，哈哈，完蛋了。嗯，啊，这个吧，短长短，右左右。右左右，哦，有了，感谢旺。最后这个是最后这个是右左左右左左有，哎，这样我原本第一个我是蒙中的耶。好的，下一个岛屿有点麻烦哦，去那边。金河。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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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个冷气，降温降温。怎么看到海岛瞬间觉得热了是吧？好的，到这边。这个是这个岛，这个岛船在这边。这个是右左右，那你穿。好，船在这边。OK， 船在这边。再看一次哦，很粗，这很烦呢，要是开背包。右左右。船的哪里啊？嗯？这边有一个。哎？我没看懂啊。船头在这边，右左右，船头的南方。船头在哪啊？是風の赴くままに。这边有一个，行こう。还有一个嘞，这边有一个，另外一边另外一个。那一个在哪里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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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是这个吗？右左右，右左右，不是。所以你这个应该是什么？你这个应该是左左右。左哎。哎，左右，拙者と故郷のつながりは。好，然后他的另外一边，他的另外一边，他的另外一边山哦，山崖下面呢、啊，应该是这边吧？什么？哦，这边。右，左。哟啊、oh, ，like finally this 哟，那个是的，这边过来比较快吧。あったぞ、二つ目だ。哎，怎么走？传错地方了啦！呀，呜。感觉我刚刚直接飞过去应该也是可以的。等一下，你好像走错地方。没有，我去找船，我没有走错地方。我去坐船。哦，你要解中间那个这个。解完了。中间解了。解了，解了。姿态を見せよ。干。哇，那个太阳怎么突然走这么快？
哇老喂 ，What the heck is this？ 我要按背包，按背包，按背包，会不会呀、啊？黑上面的，黑船头，右左左跟右右左。啊，按错了，右。左，不对，现在是右，左，好，另外一边是，干，一般错的，右，左。错的，有，错，错，我跟公瑞干也干了，哭，加油啊大家！要唱小号就是要这样的了，没事的，慢慢来吧。自己造的孽要自己解决，知道吗？大家，有了，动画看吗？多分それで大丈夫です。レポ。しばし待とう。又吃。弄到我肚子饿。哦，愚人众。呀，我们たちの拠点に誰かいるぞ。おい、お前たち、何者だ。待て、あの装置を見ろ。な、治ってる。え？だがペルシコフさんは。まだ地べたに倒れてるぞ。この装置はオイラたちが直したんだ。このような邪魔さえ入っていなければ私たちは完璧な休暇を過ごせていたというのに。ふん、さっさと私と進化たちに詫びよ。先に失礼する。バイバイ。おい、俺を置いていくなよ。ペルシコフさんがまだここにいるんだぞ。助けないと。等问卷来了，先去骂那群说长草的家伙。我长草了，这 2.8 版本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あの二人は目が覚めたみたいだな。どうやら修復に成功したようでござる。やったー！じゃあ、合理的营地。でも今考えると、あそこは幽夜浄土兼土道王国大使。何？太准时了吧？もしれません。雪狼要骂我了，对啊，我要被骂了。Let's go！ 噔噔噔噔噔噔噔。よかったです。お嬢様が進すごく良かったぜ。ここは永遠なる楽土となるだろう。ん？怎么突然间？お嬢様は晚上今後もあなおもちろんだぜ。そうだ。それから劇を見たかったら運金を貸す。ほう。旅人、拙者に一つ案があるのでござ。稲妻には焼きスミレ売りなる食べ物があり、その風味は稲妻で食べたのでござるか？それは頂上。拙者もお主のようにいろいろなところへ行き、友を作ろうと実に嬉しいことだ。安南、西比安南、人家只是玩一个号，又没血量那么大哎，还是小。没错。莫娜来了。过完这些就要去干那些宝箱什么的了。之后吧，明天吧，这几天没事干了。島の元凶がまだ消えていません。うむ。
それは拙者も気づいていたでござる。ええ、その可能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に私の水占の番が元に戻り使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占ってみたところ、占いの結果に理解できないものがあったのです。ある種の力が私たちを囲んでいて、装置によるもの、あるいはペルシーコフ。すみません、それは私にも分かりません。ただはい、邪魔がなくなり休暇を楽し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はいえ、私も毎日占っておきますので。フィッシュル殿をお守りすると約束した以上。ええ、お願いします。はあ、彼女たちはのんきですから。今回の件は私がより気にかけておかないと。おお、なんだ？打電話。そっか、金融野郎に連絡するんだな。ととこととこだったかだったか。あれれ、やっと僕に連絡をくれたの？遊びに夢中で僕のことなんか忘れちゃってたのかと思ったよ。違うぞ銀融野郎、オイラたち奇妙なことに遭遇したんだ。だったか。奇妙な装置？神を模した能力？ファデュイにそんな計画があったのかい？まったく。まさかジョジョの奇妙冒険が。そのいいこと、お前も知らなかったってことか？僕はただ酒場で小銭を稼いでる銀。屁呀！你问题，你这个推卸责任的人。知ってるはずないでしょ？こいつ。それよりも、旅人にパイモン。今回は思う存分楽しめたかな？ならよかった。旅の意味は心の記録にあるんだ。那我回去问题还会在屋顶上面吗？できれば。その謎の声が誰なのかは知らないけど、少なくとも彼女は君たちに危害を加え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それどころか、みんなのことを知る機会になった。你没有看过那个有一个人用万叶把那个猫咪卷到屋顶上面给温迪看？有啊有啊有啊。太搞笑！温迪。何？その点から見て、怕吧？温迪怕吧？善意によるもの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そうじゃなかったら、アリスさんの発明した通信機を遮断した上で、君たちを襲っていたはずでしょ？確かにその通りだ。安心してくれたようでよかったよ。じゃ、思う存分遊んできて。帰ったら。僕にも海島の美しい元凶のことを聞かせてね。その美しい思い出をすべて記録し、詩歌を書こうと思うんだ。それじゃ、君たちの帰りを待ってるよ。可愛い、この電話。楽しんでね。金融野郎が大丈夫って言うなら、多分大丈夫だろう。なんて言ったって、あいつも神だしな。信じていいと思うぞ。ママ、ほほほ。もう戻ろうぜ。さっき。フィッシュルはカニを捕まえに行きたいって言ってたんだよな。毕竟他是个不干正事的家伙。この案件を解決したあなたは、真正相信その充足感と喜びに満たされているのかしら。草神。是草神。安心して、被害は加えないわ。というより、私は小鸟。この海域を通った小鳥。今は遠い場所から。谢谢谢谢谢比的四个后背的呢。たまたま。西西本体。ここには私と関係する力があった。我没有那么的温柔啊。それが気になって浜辺に降り立ち、島の一切を伺っていたの。毕竟西西是观众们公认的小吉祥草啊。本当に面白かったわ。公務で忙しくとも。海島に来た人はみんな心の底から笑顔になっていた。所以愚人洞那个装置是放了草神的能力。そして後から来たあなたたちも言うまでもなく、輝かしい無境と美しい意志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たあなたたちの剣舞は、好好听哦，这个声音。泡のように透き通って。抽包。心を打つ宝永であればあるほど。
私は目を奪われてしまう。私は遠出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あなたたちのような自由な人がとても羨ましい。だからちょっとした仕掛けを施したの。言ったはず。私に目的はない。私はただの小鳥に過ぎない。只是只鸟。ここに残っているのもあなたたちの喜怒哀楽を鑑賞するため。あなたは特別な人よ。異なる色彩を放っている。とても気になったから。超神对他是拿了超神的东西。あなた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っているの。私の名前は気にしないで。おそらく将来他の場所でいつか会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这个萝莉也听起来也太成熟了吧。その時が来たらきっとあなたも私のことを知らずに。御姐萝莉。因为他讲私。对对对。おい、何やってんだよ。早く行くぞ。在脑海里面讲话太可怕了吧。继续。啊，你注意看哦，注意看哦。哦。成熟的萝莉。那就结束了。咦。下班了，恭喜下班！不要，哎、欸，大家都不见了，那你？啊，有彩蛋，彩蛋就是在其他的岛上面，就是。其实哈，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号要看哦、喔，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号主还在不在哈。来，等我一下啊、喔，大家。辛苦你了。没关系的嘞，想说今天要开台就顺便呗。是谁的叉P？草神。抽啊，大家那是不是抽的呀？没办法，不能抽。为什么不能抽？在哦，在抽小东三点零，原来你还在。我的原石已经告急了。原来你还在呢，我以为你不在了呢。我在，我在，看到了，看到了，不要那么紧张。问雷鸟呢？谢谢 CB， 他真的可以喝白开水。我最近整天没有喝过白开水，都在喝那个柠檬水。白开水比较重要一点。我喝热水，点 JPG。嗯哼。慢慢从天看到尾，从头看到尾，谢谢你呢。小光，小光人现在直播吗？嗯，是只跟了一个钟头不到。谁？我是温完席吃完饭我才过来的。你吗？没关系呀、啊，没关系呀、啊，也感谢大家来呢。好，来看号了，我们好久不见的号主，有什么特别想看的吗？就是说账号里面多了很多东西是吧？有啦，有啦，学账的有啦。怎么天赋没有点满？你天赋点上去吧。嗯，有啦，暴击有点低哦、喔，可能剩一位呗，好再努力一下下吧。剩一位好少哎、欸，怎么回事？剩一位是怎么回事？被吃掉啦。10.5， 拿这个吧，拿这个更好一点吧。对，这个暴击高一点。哦，暴击率 9.3， 50.5 还行啊。刚刚好啦，如果你要再高一点，就把那羽毛也顺便换掉吧。可是攻击力有一点低。马尼特自己剑金三，我抽完万叶到现在又120抽，加抽不知道要抽万叶到两命吗？看你吧，看你之后还有没有想抽的。如果你想抽草系角色的吧，劝你还是先留一手吧。如果你想抽草系角色，还是先留着吧。马尼特一定要四中士哦。对，所以你可能要再去刷刷看的。四中是基本上我都比较建议是等草系角色来啦。防御力爆伤只能先带着了吧。四中是对吧，你这班你带哪四中是吧。万叶的精通882，你的铁风升起来应该铁风给多少？16，
六五吗？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忘了。嗯。刚果抽到了，可是矿不够了。挖矿啊，问题不大。是我指的是矿。矿。强化用的那些。强化用的矿，对啊，去挖矿啊。一天只能给你锻造，一天只能给你锻造。所以就是平时就要锻造啊。910不是梦，正常啦。铁锋刺拿铁锋刺，然后你全精通嘛，然后你羽毛跟花，对吧？都精通都这么高，差不多啦。仓谷87级，精通974，正常啊。仓谷974也很正常，充能可以稍微来高一点吧，要不然大招可能开不太出来。对群应该还好，对单就比较明显了。然后万叶天赋要升哦，万叶天赋吧。大刀 QEA 至少升到6啦，然后99这样子。 OK， 叶兰的头，叶兰的头很漂亮，怎么了吗？叶兰有人叫我看你的头。嗯，我们近看他的头。叶兰59.799的充能，天空之翼拉满吧，怎么武器都卡一半，上不下的。拉满吧，拉满吧。2000也是绝缘，不上不下的。对啊，暴击暴伤 ，OK 的 ，OK 的。拿天空，这个突破起来吧，突破起来吧，突破起来。然后天赋也是拉满，直接99，要不要皇冠就看你自己。武器也是拉满，这一物他的头怎么了？20.2的暴伤，不是暴击率，太牛逼了吧？这个没歪过你，换了发型吗？叶兰换了发型，20.2的头头，那个暴击率超高，超级无敌高，20.2的暴击率，暴伤头，真的牛逼，有点牛逼哈。再来是香菱，怎么都没有突破呢？鱼货甚至才精一，刚掉起来的，刷突破材料很累。慢慢刷啊，慢慢刷啊，一个一个来嘛，先知道一下哪个要先突破什么的吧。那、啊、你深渊打得怎么样？是攻击刷比较好，还是生命刷比较好？谁？鸣人。鸣人当然是攻击刷呢。攻击刷。攻击刷，鸣人攻击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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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水爆。只是这个应该能往上打的啦，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往上打的了。几等了呀？55等。你这个应该可以打到12层的，就算没满星是可以打到12层的。都那，因为你东西都卡一半吧，帮你配个队好了。东西都卡一下，卡一下，比较懒，没关系，佛系玩吧。我放三四吧，放三四吧。やりに磨きをかけるよ。把你的。絶対に足は引っ張らない。できる限り。万一这样吗？然后你要玩尤拉是吧？尤拉配个。我才发现你没有冰溪，可是你有神鹤。一致団結。我には理解できない言葉だ。你没有那个谁嘞？你没有97人，就是你有北斗，拿个北斗吧，那就看你的操作了。这边的话，要不然就拿个猫猫吧。三冰，那你充人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这样子吧，这两对吧。然后剩下就是把你该拉满的东西拉满吧，然后剩余物就先不理了啦，你的剩余物有点少。巴尼特拿4中4套，我看一下，巴尼特那4中4，找大腿一下就过了，确实。锦秋给我吧，锦秋，对啊，直接先凑一下吧，这个有充能。对啊，先凑一下吧，4中4套，然后杀了一个充能杀，没有毛病，先凑一下吧，看你之后要不要再刷吧。先凑个4中4套，然后
万叶突破拉满，然后深鹤突破拉满，对吧？你就只练法，你就只有尤拉是突破拉满的。腿好酸，什么东西腿好酸？怎么突然间腿酸？天赋，这个拉起来，好吧，这个拉起来。然后你要做的东西蛮多的，铁风是拉满嘛，天赋拉满，然后万一突破八十，深刻突破八十，千叶长枪没有问题，重点只是你的充能有没有问题，超级无敌大的问题。拿个如果有试做的话可以拿试做来，要不然就是带个充能杀。来个充能刷，毕竟如果你要深鹤配尤拉的话，要靠他的大招啊。嗯，那就要靠他的大招。那个是啊，尤拉虽然是兵器，但是没办法配深鹤吧？对，他只有大招打的，不然他深鹤放仓库，好可怜，可怜，也没办法。换尤拉换。要不然你深鹤这个位置要不要的话，也是可以放北斗了。深鹤充的来个200吧，至少180了，最好200。应该吃饭了，饭还没到呀，饭没到啊。今天要不要吃饭不是我选择的好吗？这已经不由得我去做选择了。妈妈也是四中士的，还没有四中士可以先2000点啊，然后充神宝。是不是因为外卖还没到？没啊，妈妈还在煮饭呢，我没办法帮忙啊，现在确诊没办法帮忙。然后星丘，星丘怎么会在天幕？班尼特拿天幕吧你，要不然你就西风拉起来给班尼特，对吧？西风拿起来给班尼特，星丘一定要拿祭礼。然后暴击充能，来个直接来个闪套啊！先来个闪套给他就好了。暴击充能，水伤杯，你是圣遗物都去哪里了呀？吃掉了吗？还是没有去刷？应该不可能没有去刷，感觉上就是有刷，只是不知道换去哪里了而已，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而已。闪套起来吧！哦，四风原点，四风原点要拉，然后这里拿攻雷暴吧，拿攻雷暴，加油加油！要做东西蛮多的，一个个来吧。你先把，我这比较推你先把刚刚配香菱星丘、香菱夜兰或香菱星丘也行，香菱夜兰跟。万一那一对打好吧，对，就一对。要不然，如果你这里不要深鹤的话，你给配个双雷的吧。你要带北斗也行。双雷双兵，或者是你这个位置放个夜兰也行，真伤也行。然后这边就放成星丘这样，没有问题的。我们看你哪一个收收比较好吧。坐太久，走不动路，坐太久。那你，然后对，天赋啊 ，EQ， 很多东西可以做啦，你加油！感谢感谢用的水水，然后记得去钓鱼。我们一起来冒险。我们一起来冒险。记得去钓鱼，然后拉满，摩拉也要去刷，摩拉不够用，慢慢来就好了，不用急，有多少就打多少就好了。双爆功能，火杯，哇，双爆火杯哦，这个有戏看，牛皮。安娜安娜用安娜，然后天赋 Q 大于一，然后后面的就没什么了，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对，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你的圣遗物我是不知道你的圣遗物被你用去哪里了。我如果你是三换一的话，就不建议你去三换一了啦。
对，因为你是要换衣，狗粮会不够，然后其他人也没办法生剩遗物，对吧？这阶段就不要三换一了，狗粮不太够啊。看一下你的背包的月亮哦，月亮还有19个，还可以去刷剩遗物啦。然后每日的数值去刷摩拉，你看你摩拉个十百千万十万两个天赋基本上就没了。然后对经验书可能也要去刷的，因为好像蛮多要突破的。万叶嘛，突破的话是还好啦，不会用到经验书。突破是还好，不会用到经验书。如果你是就是现在没有资源啊，就是没办法从20等这样去把人家拉起来的话，就感觉你就玩这队跟这队吧。嗯，要不然这个放神鹤其实也可以啦。对，神鹤就只能靠大招帮有拉捡那个悟康。基本上是这样子，能做的事情蛮多的，你慢慢来吧，一队一队来。比较建议是你先把香菱那一队练好。就是这一对对对对，这一对先练好，把这个突破，这个突破80，突破80，然后天赋都升到199，然后万叶699这样 ，OK， 然后武器拉满，该精炼的精炼上去，鱼叉，然后剩余物有的都拉满，这样子，基本上先把这一对练好了，我比较推先把这一对练好，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有拉的部分，看你想要怎么组队吧，基本上是这样子，有什么特别想问的吗？地理剑啦，天幕啦，天幕要用的话天幕啦，铁风啦，然后这两个凌空之一个四风啦，鱼叉去钓鱼，然后拉起来拉满。如果巴尼特你不想用天幕的话，就把西风剑拉起来。真是神奇，这个时间还在。对啊，无所事事，不知道要干嘛。OK 的 ，OK 的，基本上没有走太多的歪路啦，我觉得啦，因为其实对，其实没有走太多歪路，感觉是可以的，慢慢来就好。反正原神就是一个养老号，也不是养老号，养老游戏就是慢慢来就好，不急。好吧。我要问问题 ，ATS 是不是很帅？很帅！大西可以准备吃饭，差不多了，我肚子也饿了。那我们的瑞环换，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都可以问哦。我们号主还在吗 ？Hello。啊，那也没办法，天生丽质，真的没办法。不知道明天状况会怎么样，明天应该就不会播，不知道啊，看我无不无聊吧，可能无聊就播吧，时间也是不定啊，看我无聊无不无聊吧，也不知道可能公司有什么东西要我处理之类的。幕后总好像不见了，幕后总好像不见了，不知道我讲这么快他有没有听到，有没有记录到？没有什么？没有问，没有呢。我没办法握红红 ，OK， 我没办法握红红。对，也不是很想，只是怕就是不想要影响进度嘛。毕竟第一天上班，其实很多东西要去适应啊。结果就一天上班，一天休息8天这样子，其实很多东西要等着我去适应，所以蛮可惜的，就不想拖慢进度啦。对。本来老板是要教你东西，对，就可能他想要带我去认识这个，要带我走这个走那个啊，要带我到处逛啊，或者是想要让我知道这个整个业务怎么跑之类的，结果不好意思啊，I'm so sorry， 耗子太多要赶下跑了是吗？好不接了耶，好吧，感觉我讲太快，应该还好吧。基本上复习都是天赋到199啦，这个就没有的妥协，就是199，反正一个个来就好。你不要突然间哦，我今天拉一下尤拉，明天拉一下班尼特，后天拉一下万叶，大后天拉一下申赫，这样你就永远拉不好。你就集中着一个人拉完了再拉下一个，拉完了再拉下一个，
拉满了再拉下一个，哎，刚好四个人拉满了，啊，四个人拉满了。谢谢谢谢谢谢 B 六个货币。一件事就是，如果之后抽工抽到跟武器抽到之后，第一时间就让西西来进行一个拉满的加工。谁？给收收哟！好吧，我们号主好像真的不见掉了，感谢初见，初见是我们开始的。好啦，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啦。明天无聊没事干的话，要看身体状况吧，因为今天是还可以讲话的时候，明天就不知道了，好吧？明天肯定会恶化，可是恶化到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了。我就祝我自己身体健康。那我要问问题，请问乔大是不是很矮 ？ban 了你哦，不近现实 ，ban 了你。好，大家我们下播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抽空来看啦，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啦，明天再看怎么样吧，看身体状况怎么样。嗯，他还能高，直接开播了，你去那边说吧。感谢初见。咦，现在新娜有在开播吗？有哎，有哎，新娜有在开播。我们跑去新娜那吧。新娜在玩什么呀 ？Grand Chase 是什么鬼东西？永恒冒险，他自己说的。永恒冒险，那是啥？哦，永恒冒险，大家去看原神啊，就要去看新娜。原神的话，我们可以去小初见啊。啊，大家看新娜，然后我们去新娜呢。西加班。两个人一起加班，不行，要去吃饭呢，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好吧，大家，我们要准备下播啦，跟大家说拜拜了啦。一天拜拜，连斯洛特是拜拜，淘淘 Gigi 拜拜。今天是性感兮兮的一天。我们直接跑去上面看光哥直播，等下他肯定百分百不会发现，百分百，所以你去那边只是浪费力气而已。用拜拜，谢谢你的追随，感谢淘淘哥哥，拜拜，金粉拜拜，二师兄拜拜，性感的嘻嘻声音，水笔拜拜，监护人拜拜，瑞环拜拜，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啦，拜拜啦，大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口罩戴好，勤洗手，不要揉眼睛。好吧，用肥皂洗手，上厕所要洗手，好吧。貴族たちの古いしきたりなんて、你不要乌鸦嘴。いつか私みたいに何百条ものしきたりを暗記させられても本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から。好吧，我们昨天去初见娜嘛，我们今天去新娜娜嘛。虽然我不知道他在播什么游戏，就是我们就友谊友谊的去一下吧。Let's go， 大家 ，Let's go，Let's go。他不接受 Ritz 哎、欸，为什么他不接受纠团呢？我们新娜不要纠团呢。哦，新娜不要纠团，那 I'm so sorry， Let's go， 去初见娜吧。对，去初见娜吧，大家来吧，打包打包，图七的大家打包，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啦、啊，不是明天，不是明天，下次直播再见了，拜拜。